安安，大家下午好。今天的声音怎么样呢？大家觉得？安安，大家下午好。露莉，露莉安娜，我终于等到你了，露莉。你看一下我 DC 的那个私讯啊，露莉，不要不理我。露莉，你还记得你还有一期的代打吗？露莉。正常吗？今天 OK？ 那我们要问一下雪狼，昨天只有雪狼跟一位观众讲说声音啊，还有泽影说声音不一样。今天我们就只有一位代抽，对，今天是夏季省那个省阳寿时间啊。之前超忙，没关系没关系。那你还需要代打吗？我只想确认一下，毕竟你有买那个服务嘛，那不想要你白白浪费钱嘛，对不对？所以就来问你一下，不正常，不正常，居然还是不正常吗？泽影安安，朱莉安娜，雪狼安娜，熊奶粉安娜，大可安娜，监护人安娜，天安娜，自己打算抽夜蓝吗？没有呢，星星不打算抽夜蓝，所以其实今天也没有什么就是抽夜蓝的部分。不过 Kimi 说他会借我号玩啊 Kimi 的一命加专武夜蓝，所以可能到时候会看看。要代打吗？今天是最后一天哦。如果你要代打吗？如果要代打，我就要今天帮你打了。要代打，我就要今天就要帮你打。今天是最后一天的，这一期的最后一天。你抽完了，盆栽抽完了，他抽完怎么样？欧吗？欧吗？我不然呢？欧第二月安呢？还是说西西打算抽？对，西西在等万叶，是在等万叶。大可安呢？切比安娜，大家都好准时啊！我发现他们聊天室好像字有一点小，是吧？我之后再调调看好了。今天也没有什么代抽，今天本来有一位要代抽野啦，可是他说他没有空看，他想要看，所以我们就移到礼拜，礼拜日还是礼拜六啊？我看看啊。他要抽灵命的那个夜蓝，等一下我看一下，他说要移到礼拜日，对，礼拜日还有一个代抽夜蓝，这样打起来。所以陆里要那个吗？有机会直接二命吗？哇，刚才抽消的话，我们去哪里会比较好啊？望舒客栈吗？上次是望舒客栈抄的吗？哇，吓到我。吓到我，突然间起风，突然间就转弯哦，我忘记开那个路哦，没关系，我去找那个肖的那个主题曲，肖的这个，因为我们今天要抽肖而已啊。OK 吧，这个音量是吧？我最近发现直播的游戏声音很小声欸，大家不觉得吗？张氏是先跳墙倒，先跳墙倒是什么？阿木安安，阿木安安，先跳墙倒是什么？先跳墙倒是什么？为什么我不知道有这个倒？游戏声音无所谓。不行啦，昨天感觉很干欸，都听到我的声音啊，我忘记 DC 了是不是？等我一下啊、哦、等我一下下呢，大家 DC 呢，米娜上嘛，哦，我忘记一件事情，好，突然就出现突然就出现了，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した。DC の皆様。忘记了。先跳墙食谱的岛。先跳墙食谱的岛是什么鬼？先跳墙食谱在哪里啊？我完全没有印象。食谱的岛是那个吧？蒙德外海。不对呀、啊。我记
个不是庆云顶吗？庆云顶吗？先跳墙石斧的岛、是庆云顶上面那一个凉亭。啊、哦，哎，所以先跳墙是在那边的啊、哦。应该是。哦。直播在转圈圈？没有，我正常，正常。你要不要刷新一下？不要吓我！啊，挖错了，还好。你是现在是开呆抽吧？消，对，就一直消。我们今天呆抽就一直消没了，大家有需要呆抽可以直接现场讲。今天是沈阳寿，哎、欸，那个地方嘞？哎、欸、哎、欸，那平台嘞？我等一下要做一件事情，我就不信萧不早一点出来。是大保底的是吧？百岛朝凤朝凤之地那是什么鬼啊？百鸟朝凤。哦，百鸟，可恶，百鸟。百岛。百鸟。我们的萧打他要补个一命，然后是十二周出夜兰，太屌了吧！这个鬼地方一次歪七七，一次歪大敌大剑，你不要这个地方吗？我想说献祭钟离爸爸，我想让钟离爸爸跳楼，这是在不让我出来吗？我跳楼给你看，这是我看一下，哎，这边是几抽的呀？啊，好远的没。大保底了啦，大保底下一次就出啦，已经出了，对啊，我们基本上十抽就出来了，来献祭，对啊，只是看他要不要多几个消给我而已，再一抽搞不好就输，对啊，来，钟离准备好了吗？等 BGM 到我就把你丢下去了，哎、欸，等一下，我要那个调一下时间好了，六点，加油，就加油，加油什么？我要掉。一发满命吗？一发满命，十连满命，那都雷大大，千万不要去看初见的直播，千万不要。跳，哈，跳下去，你给我跳下去。好 ，Let's go。在跳楼之前，不是先放在锚点会比较好吗？没关系的，我们直接就献祭了，直接十连吧。来了，双击吗？知道，我巴拉奈，居然不是第一只，妈妈咪呀、啊，宝贝儿，我的宝贝儿，哎，灵光有二吗？灵光有二吗？哇！哇天哪！哇！哇哇哇哇大炮姐姐，两命的，哎，什么鬼？最近吃好点。今天这只是哇，哎、欸，讲双蛋黄，真的就双蛋黄。什么？哎、欸，不是，等一下，我今天就抽这十抽没有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哇哇，神域，神域！哇，阿弥陀佛！哇！装潢吗？等一下！对呀、啊，装潢啊，装潢啊！看起来我没有看到我的。天哪！我今天就抽这十抽，后面就完全没有抽了。第三抽跟第五。哇！天哪！截图，我帮你截图，我帮你截图起来。哦，妈妈咪呀！发给你。哇！这是大宝底刷。雪狼，我帮你欧回来了，有吧？我自己都没有双黄连 up 的耶，以后代抽就叫西西了。我今天就抽这十抽，后面没有了，大家。后面我没有代抽，我今天就这样而已。我今天下班了。没有哎、欸，后面已经不会挖了，后面没有要抽啊。哇，天哪！我第一次代抽这个双击啊！我的天，这是我人生第二次看到双击啊，在我手上。西西会玩到我的号的时候，他肯定会抽夜兰的呀。是吗 ？Are you sure about that？ 哎呦！哦哦哦！救帝君！救帝君！他来了，我们就要救帝君了。
就地区那边地区没了。耶，硫化机。目前刷黄率100%。哎、欸，卡兹快结束这周。天哪、啊，我们张军，张军，哇，我今天就抽的十抽就没有了。今天的刷黄率是100%。两命！啊，那不是那命狂抽夜蓝？命狂要抽夜蓝？你说他要抽还是他要让我抽？他让你抽。现在啊，我们加码了，加码！现在加码。好啦，那我们就不上去了，在这边吧。嗨。那个另外一个迷糊，不是哪个迷糊？你那个藏秘给我吧，哪个迷糊啊？哪个米 OK 吗 ？OK 了吧？点要点吗？我点吗？还是你要自己点？我点吗？你自己点吧，难得的命柱。是啊，我点吗？比较那个。命柱点吗？好，他说我点。他可能觉得无所谓吧，他可能反正哦，反正我以后要满命了，以后再点就好。F 三呢？他说他以后要满命，这两命呢？他本来他说。一命是先垫着，反正以后会满命，他是这样讲的。好，那我们那个风轮两力就有三次了。有梦想啊！我把你放在上面好了。雪狼，那再也不是噩梦的地方了。你看，那再也不是噩梦的地方了。海神呐、啊，一天双金啊！还好我这里没有那个什么出双金那个给小月卡的，破产，直接破产，对啊，直接破产。好，先还给你，好好享受你的恶命消。你的恶命消还差你的护魔或合浦渊。嗯，梦你要给我是吧？我看看，然后有看到了。哇，小宝爱我啊！你看小宝多爱我，你们大家都不爱他。今天是小宝受难日，你知道吗？全部人都在夜蓝，全部人都在弱水，看到河谷也像鬼一样，好爽。对啊，好多人在那边啊，鸟枪，还有人跟我叫是鸟人，有出来挨打。鸟人是谁？啊，严正马好梦。快来洗澡哈！今天就很热哎，今天超级无敌热的。台湾那边应该也开始那个了吧？天气热。我们在下雨。高雄下雨还蛮奇特的呢。为什么？不是吗？很长吧。台南下雨是蛮奇特的。台南下雨超级无敌奇特。我这边都阵雨啊，一下下一下不下了。怎么问有验证码吗？啊，槟城也一样啊，马来西亚都是下雨。冰城也一样啊，发的这天气，想出门充个钱都没办法。想要跳楼？为什么想要跳楼？小表示我哭爆了，我不要你们了，我要下溪。来吧，小宝来到我怀抱里，满满的消，满满的杏仁豆腐，满满的199个杏仁豆腐做给他。我们要换 BGM 了，要夜蓝是吧？夜蓝，我们就要掰了肖的那个主题曲，掰。我去吃午餐了。好的，拜拜，快去吃饱饱。享受 Nestle Life 茶的植物萃取。吃饱吃好，怎么吃好？吃饱吃满？哎，不是，葡萄讲什么了？吃饱。哦，吃饱是哦哦。我们要讲后面那一句啊。来了，我看看。夜蓝，咪苦不知道哪个咪苦的咪苦。很多咪苦的咪苦，为什么刚好两个朋友都叫咪苦，然后两个都是凤的朋友。夏天有梅雨，南部下雨正常。可是，在我印象中，台南下雨都是台风来的时候才会下雨。还要在这边抽吗？抽夜蓝哦，看我吗？哇，这是刻了多少啊？我有点害怕。我有点害怕。这边抽吗？要不要去那个哪里抽？这边创世结晶，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好了。
所以 Luli 今天要打深渊是吧？我们今天有一个深渊，它是在哪里啊？这里吗？哦，这个上面是吧？哪一个？这里。啊，对，我们要放水出来会比较好啊。燕飞跟燕飞，主角还有那个燕飞是好朋友吗？对，燕飞是好朋友。香菱是因为他喜欢吃辣椒，不是吃辣，是要吃辣。对，你要拿锅巴出来放辣椒出来。很讲究。没有燕飞，就是没有燕飞，他没有燕飞。哎，咪咕的号这么少角色的、哦。没有燕飞的话，用灵光，灵光也是可以。灵光有。刚刚为什么会出灵光啊？燕飞没有，旅行者钟离嘞？他喜欢钟离吗？钟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你下去，不要有这种嫌疑人、闲杂人。你拿行修也是可以，行修他也是有交到他。行修哦，行修有交集的，不要他不喜欢的人哦。不知道他不喜欢谁、啊、公子也是没有公子，公子他喜欢公子啊，公子是这个的前任的那个馆长，对对对对，不是前任的馆长，是前任前就是那个茶室的哎、不对，感觉应该要坐在这边欠那个公子很多钱，然后被茶被公子那个星星不见掉了，对，然后那个叶兰就接手这边了。嗯，还好叶兰没有被公子星星掉。然后叶兰还说还吐槽公子这样，还不错。是哦，还有这样子的，像公子的语音里面应该也有叶兰吧？淘淘哥哥们，你错过了今天唯一的精华，希望是唯二啊，我希望是唯二。好，我们来看看。叶兰是吧？忘对吧？叶兰，我没有记错。我们看一下，创世姐姐应该没。看他有事。还好还好。啊，我等一下我打个喷，我想打。我要打喷嚏，打不出来。打打好了，打喷嚏了。我们的欧弟不在，老板他会说好了，可以了，他会很开心。然后叶兰。我们凑到五抽，然后我们再十抽吧。三，哎呦喂，我的鼻子。三，二，不，三四啊，三二是什么鬼？三四，开始倒回来。五，我用紫色。好，十五。等一下，为什么 BGM 错了？十五。为什么 BGM 突然间跑掉了？十五去到那个灵轮的 BGM 了。十五，我忘记按那个 loop。好，有了，对 loop。十五，哎，多少？十五，对吧？十五，二十五。哦，来了，燕飞。三十五。三十五，哇！天哪，等一下。叶兰是你吗？三五，这是多少啊？二六，三五，二六，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七七，三一七七，可他好像没有七七，三二，三三，三四，三五啊，没有，可是少少出，我觉得可以。妈，辛苦，还行吧。来，直接再来五抽吧。一抽，哇，紫光好多、哦。我叫叶七。哇，又是紫光。三、四、五。再来，十五，十五，没有，满了，还没有满呢，十五，二十五，出金光，没有，二十五，
地底功可以，可以，可以，特殊。对啊，35啊，没有呢，不是哦，满了，最后了，45啊，没有，啊呢，还差一点点呢，啊，你要去那个商城换吗？还要继续抽吗？35，下一个45。下一个45，我们换个位置穿，换个位置坐，到这边。啊，要换吗？换吧，换吧。你问问他，确定吗？这边。其实，哎，这个他还没有买，买起来啊。要换哎，明天就过期。对啊，明天就过期了，大家这个记得要换。这个也换吗？你问问看，抽一个，哎，多少九抽？还是我先直抽看看？この剣のわからない。此时一位小宝玩家路过，你太欧了啦！你好像110抽，就三，就把庄武跟叶南都带回家了，不是吗？最后一天，这个大人，这个人大心脏，他可能忘记了，我觉得。他应该早就忘记了，如果我没有看的话。明天又有新的纠缠了，大家可以放心。如果还差五抽保底的话，明天又有五抽了。我们放灵光下来跟他坐坐。派蒙，比金，哎，派蒙。哎，阿贤，你好像去错地方了，好像。为什么？刚刚你坐的地方是哪里？这边啊。坐错了，应该坐这边吗？还坐这边？哪？你上茶室楼上？就在你旁边，就在你旁边。哦哦，我去错地方迎接他了，是吧？我不知道这边还有一个位置，那我这边盖起来。我就是在这个地方抽。是哦，我不知道哎。好，来，灵光跟他秘密交谈一下，来吧。多少啊？忘记了，35、45、45吧，45。啊、没有。不过我觉得有机会啊，反正都已经差不多快出来了，再30抽应该出来了吧？陈辉可以再换6。看看，好像不太行，好像不太行。哦，刚好6颗，换吗？忘。OK， 换 begin， 刚好吗？哎、欸，刚好啊，哎、欸，没有，那我们单抽吧。差一点点，是多少？我忘记了，16、47。哎呦喂，出金光了吧？48，是不是？484。49，不知道多少了。49过是多少？50，50，51，88！不要88啦！我要水，我要水。可是我不要88啦！多少了？王姐，52吗？摩拉不够了啊！最后两一二 L 一二一起抽啊！啊，不出啊！救命啊！是机器天法一命胡桃等护魔还是灵命夜兰？这是什么问题啊？什么意思啊？灵命夜兰？哦，要抽有一命胡桃，要抽夜兰还是抽护魔？不知道，我能说我不知道，还可以一抽。我是觉得还可以一抽，还可以一抽，拼到最后。肯定比夜兰提升来的大，对，抽夜兰比较。没有。很
早就把他的小保底给刷掉了。魔法小卡拿出来。对呀、啊，魔法小卡拿出来。马上再刷几千个进来。听不到听法的声音？怎么？他说夜兰，他说夜兰，大家都说夜兰，可是胡桃配不配夜兰我还不知道。我敢来奶，那听法你有胡桃吗？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我在问什么？有啊，我在问什么奇怪的问题？没有呢，没有出来的。他动用魔法小卡了吗？还是之后再说？你们那边坐着给他吧。大概只差二十抽上下。对，二十到三十抽这样就出来，因为已经五十级了嘛。二十、三十抽这样就，三十抽就是出来的啦。再三十抽，玄学不信的，哪有？刚刚双金的呢？刚刚双金的，嗯嗯。人生第二次看到双金在我手上，嗯嗯。你用帝君的命威胁他能不出来？对啊，我用帝君的命威胁他，说你不出来，我摔死帝君啊！小，你护法夜叉你就完蛋了你。然后他就出了两只过来救帝君，是不是很牛逼？这样其实我应该要去盗宝团前面抽的不是吗？然后可能夜兰就会来捆绑play这样。哦耶，真棒！我觉得可以啊，为什么没有人想要去盗宝团前面抽啊？不理解。好啦，我们先换个号，给他踩比较好。安心牌，你要给我那个账密吗？有啊有啊，你。然后你给了我看看。有在，已经在你那边。好的。那个验证码。嗯。收到哇，你呢？我刚原本说吃午餐，但是我不知道吃什么。是啊，你不是讲你要吃午餐？我刚刚还打了个喷嚏，你有听到吗？啊。嗯，啊，你去看回放啊！不U啊，再打一次，抽金牌吗？抽啊，哪次不抽啊？抽！消杀皇冠了，恭喜！消皇冠，哦，还没有按那个获取验证吗？恭喜消皇冠呢！吃啥？吃西西？啊、危险发言。好，等你。萧大人很值得皇冠，萧大人要嘛就三皇冠嘛，是吧？可是我自己就一皇冠了，虽然。是他除了 Q 还可以升。对 ，A A Q E。打都不打，慢慢来吧。其实夜兰这个很，他的 B G 很棒，真的很棒。对，很好听。Jazz， 又有点 Jazz， 有点复古的。味道又有种夜上海的味道，又有一种那种柯南的感觉，有点赌神的味道，有点对，有点赌神，又有点侦探的那种味道。要嘛三皇啊，要嘛全部天赋一。三皇冠我已经给了，钱三皇冠，钱都可以三皇冠。你啊，这不是要抽的，这个怎么在这个位置上？嗨我们去借我们 Kingfight 的夜兰来玩玩看，他很 O， 快点做掉他。对，专武跟不要，我不要，不要，拒绝拒绝借我的手，拒绝夜兰，夜兰没歪嘛，我记得你讲可是好远 哦， 哦，好远哦，好保底中的保底了，小保底了已经。然后他很好笑，他抽到请之后说：“西西，我歪了。”然后我就随口说了一个：“哎呀，下一个石头就出来。”然后真的下一个石头就出来了，对，真的石头就出来了。我的 two， 一二三四，然后多少？五六七八九十，对啊，还到这边嘛？这边对，这边是石头哦，这边是石头哦。对他再一个石头就真的出夜兰了，不会是开金口的西西，帮你省了很多钱呢。Hello， 他已经抽到破产了。武器石那边就比较好一点点。准备打深渊抽夜兰，你说明天吗？可怜了，那个原石抽到剩60，可怜。哦，你有200多个成堆啊 ，OK 了。我也有200多个，200多个大概40抽啊，好远啊。啊，对，他和他双黄，对双黄，他直接帮我洗掉那个，对呢，哦，是先和补冤，再挖一个天空，
所以我吃满定国。然后吃满定国。他的，我看一下他的命柱，我稍微研究一下。哦哦，所以为什么哦？一命是说可以用两次，就是像消这样。然后嘞，二命是大招协同攻击，发射水箭。哦，发射多一枚，然后伤害就是多一个伤害这样。有了两枚行修就完全没有用了。行修，行修拜。对，是完全被取代。落命师敌人的数量，每次标记将在爆发时都有生命值上限提升，持续25秒。是给前队。至多提升40，所以就是提升，就是你撞到四个人就满了这样。这个的话谁适用啊？生命值灵人啊，灵人生命值有吃一点点。胡桃钟离，哦，配胡桃，那四命配胡桃应该蛮不错的吧？对啊。嗯，四命配胡桃钟离灵人，灵人吃一点点啊。还有谁生命值？迪奥娜，40%胡桃。试坐带弱水来叫我，你不是抽到双五了吗，小雷？你不是抽到双五了？好，半个小时前被呛是吧？啊，别管那种人，我们自己玩的开心就好了。迪卢克，你抽到迪卢克，你很开心。打他一直要迪卢克要很久了。然后来六命是什么？换一下，他就没有迪卢克，他很喜欢迪卢克。释放，这是大招吗？进入运筹，不知道怎么念这两个字。普通攻击转为发射特殊的破局，就那个蓄力嘛。对，重击。所以他普攻就变重击的啊？没有，他是假。没关系。破局，他的这个破局是。破局是蓄力那个啊，不是范围攻击那个吗？对，蓄力范围。被视为重，所以他普攻就变成蓄力，然后视为重击伤害。哇，那很屌，那就是可以主 C 啦，六命主 C 了吧，战场 C， 六命就战场 C， 他是那个就是他开了大招，他大招有前面五发都是放那个终极出来，是普攻，普攻转，对，终极放出来五发，司命配星海，没毛病，走感电对吧？哎，配感电，司命配感电配星海的话。也很强欸，因为星海不是那个吗？转伤之类的，是吗？是有转伤吗？治疗转什么鬼的吧，忘记了。杀皇冠的，我们这个不值得参考。好，看一下那个恐怖的摄影物，135。所以你是测了一命还是要200吗？充能，因为它要13次才可以嘛。所以你这个摄影物是？我自己的。只能在等冲能杀。我自己跌到冲身爆，冲水爆。哦，所以应该要如果带冲能杀的话，就冲身爆。应该不会是冲水爆吧？因为它是自生命值啊。冲水爆，冲水爆。它那个生命值是转换为死伤啊。对，所以冲水。冲水爆。冲身爆，深水爆充能就不太够了，因为很多人都讲他充能要250，一定要250，不过250那很难充。来就深水爆的话，武器就不能是重。来拿你的深渊开刀。对啊。我朋友说好像臭伤水，对，臭伤水还有加那个治疗，感觉士兵那个吗？星海专配。哦，没有，对吼，他的固有天赋啊，走开啦你！我、忘记了，他还有固有天赋，什么鬼啊？四种元素类型，夜蓝哦，就是要去配打反应，就是你不能什么纯水队这样就废了这个，就跟云锦有点像吧？云锦也是要全色队这样。是什么鬼啊？这是什么？这是大招不是吗？哦，还有大招，它是算15秒里面，它第一秒开始算起。我带五中伤害角色，它慢慢加3点、8点。哦，那这个也蛮不错啊，增伤。水风雷至少能吃3种，对啊，水风雷至少能吃3种，这也蛮不错的。可以跟削平。
那个我知道大家为什么小宝会哭了，你看啊，没有违和感，这两个头发他只是斜另外一边而已，他只是把那个头发倒那个倒反来戴而已，用热水爆上就有323，上上好高哦，我的天哦，没材料突破，你没有去刷吗？还是你没有预料到会出专武？是没有去刷吗？看看哦，胡桃是吧？刚刚是问到，对，胡桃，对啊，胡桃配胡叶加的一个冰吧，胡叶中那就干你吧。啊，我放上下面是搞屁哦，有点怀疑人生。应该那我这样吧，顺我的手的话。先讲那个夜兰的那个长衣哦，那长衣是有特效的，它长衣之后它会好像你的身体会出一个蓝光出来，再来算成长。基本上你稍微按长一点，它会有那个、啊、长按的，算是长按。这样嘛？哎呦喂！哎呦喂！哎呦！我要去哪里？我看不到他的那个上水。我的胡桃是那个知道，我知道，灵敏嘛，是吧？我的，我刚终结了两次就知道了。他中了两个就没有那个。附魔在那个中间。五，我没看到那个伤害多少。再一次，转转转转转转啊！找不到人。哇！我找不到人，等一下啊，有点混乱。修蛋。转。3万6。10000。我看不到他的上水频率。好像哦，这边很难看啊，因为这边有火附魔。先丢了，好，拜拜，一命。所以猫气满满都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再见。再见，拜拜，感谢沉溺吉言。30000呢、欸？这样没有打反应哦，没有打反应哦，有30000呢、欸。这样他跑过的话是会附水吗？不会，他跑过不会附水。他只有爆的那一瞬间，所以他其实可以一可以打蒸发哎、欸。对呀、啊，比较像是延迟模式。对，他。我在想，叶兰这个一技能可以拿来赶路。可以啊，绝对可以。可以，绝对可以，一命直接爽歪歪。莫那神力还快。就加一起啊，一起跑啊，再配个早柚不会耗体力的早柚叶兰，再配一个灵环话只是莫那。或者配双峰就可以了，就够了。我刚刚是双峰加龙沙利亚，比你跑快。我要看他那个，他好像，好像，我看一下他的覆水。好像有，就是我好像没有看到火残留在上面。于安安，原始给戴英施雷布，那你说嘞？那个还好野的。好，起来，50000蒸发，3颗球。有他那个蓄力，他这个还你，如果你打到几个人，他那个就会回来的。所以他你可以在一结束之后蓄力一下再换个人也是可以的，只是操作麻烦就对了。
一万呢、欸，哇，一个一万啊！啊，一支箭一万，哇，好痛哦！喂、好痛哦！一支箭一万哎、欸，大概是行秋的三倍，我们家行秋的三倍。这个很像水行侠。落水中午真的加。那现在你可以拿落水来。血流成河，厌世侠求安，那你要看什么血流成河啊？我刚刚差点查到先击掉中立爸爸。阿托罗安安，路过。把落水给干。哦，瓦迪呢？没了，我人不见了。好像他那个覆水，他会把火跟水都消掉。对，他会消掉，意思是说葡萄是反应得到的吧？我看一下啊、哦，有点。三万。三万，一万，哎，等一下啊，等一下啊，我在看那个胡桃的伤害，你胡桃打蒸发多少？三万啊？我这个没有拿护魔的话，对啊，接近三万，三万到三万到。看一下，一万，三万，一万。三万三，哦呦喂，我的眼睛，好难啊！我又突然间想到那时候的满命八重的那个每个命座的那个，哇，吐！哎，卡住了。可以去死吗？我要等下一批人啊！好坏啊！过龙了！哇、哦，太可怕了吧！你们也 ，biu biu biu biu。29000，23000，啊，没力了！哦，拜，对不起啊，我真的是一直在看伤害。金娜娜，我都在看那个数字。金娜娜，对。我刚刚帮雪狼送金呐、啊，雪狼，我终于帮你那个把你的怨气洗掉了。对啊，我在那边，他真的很可怜啊，他真的被我弄到很可怜。喂，你很烦啊！三万，一万六，其实好像没有很稳定哎，偶尔会。有，可是哦，对，偶尔他没有说一定能打，可能胡桃频率还是太快了，太快了，而且他还有那个雪梅香，对，雪梅香还有一个额外的，我喜欢夜蓝一，就是你一不一定要再按多一次一，你可以按滑鼠，你可以按那个空白键。他，我觉得他蛮人性，就是没有说你一定要按多一次一，就是你可以走路走一半你就按一次滑鼠就好了。啊、请问你们要普通人要多少了？我跟你说250，你会吓到吗？目前大家都是讲250啦，可是实际怎么样，我可能还要之后那个再看。可是我200够了，230啊。对群的话可能200就够了，可是如果你真的是对单的话就，而且不对啊，对群对单没差，因为他一。不管你是差几个人，他都是出势力球而已啊。对单对群的差别就只是在外给你的白球而已。对啊。所以，应该单对单的话，应该也是应该200以上吧。250最好啦，就是250不会吓到。配个西风吧，我觉得西风真的会搬很多。西风或祭礼应该也是可以吧，祭礼也可以一多一次啊。有西风就不用那么高了。你有试过用祭礼吗？祭礼的话，还没试呢。
机灵就可以一三次嘞，哎、欸，有想过吗？一三次，但是他还有一三次时间最高价格。欧阿里呢？按钮啊，真的很烦。会比较舒服，对，金虎西风，对，金虎西风，因为他毕竟都会带暴击头啦。小庄我觉得冲绳真的会很大问题。西风就好。小庄武的话攻击白字会比较高，对，可是他不需要攻击力啊。尴尬尴尬。但是那个洛奇亚的 buff 就对帮到他。哎、欸、为什么我没有卷到你啊，哎、欸哦、好难啊，水神们都在一队，可是就是因为夜兰有一个天赋是好像真的没有很稳定，可是夜兰有一个天赋又要你不一样的那个元素，生命，你看这生命值就可以给夜兰，也可以给夜兰，给胡桃，可以给钟离，这一队就三个人吃那个生命了，直接起飞！哇啊！我卡住了。然后挂水上，挂水上，它是一个不再限于是星球的部分。嗯，对，就是对单的部分啊，对单的部分就把星球空出来了。双水让行丘，可是你通常有了夜兰队，你就不会想要把行丘放一起了，行丘就另外一队了。而且夜兰的 Q 的 CD 时间比行丘还要少，对，还要快。对他夜兰的 Q 使用，行丘二十。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CD， 转转转，我等他自己结束。9.6。来，我们看一下他的扛打断。一不是用那个扛打断吗？我刚被劈了一刀就无了。好像是没有了。有有有有，他我记得有啊。我记得他有写什么扛打断上升什么鬼的。可是他扛打断好像没有很好。我呢，我刚刚在试用那边故意给那个秋秋拿斧头那个秋秋人，他就打了我两下，第二下我就出就不能了。我第二下我就被他打飞了，我记得有，没有吗？零星行业哈，是哪里啊？有啊，哪扛打断这边提高扛打断啊？那我们他能扛多少？我们来看一下。他没有很扛，我觉得他没有雷神，他会扛。雷神不是扛，他是霸体。扛对，雷神那个是无敌。雷神跟尤拉是霸体，他其他的都也是看到打断，但是是没有看到打断。打我打我！啊，不打我！快打我！快打我！没有，第一次看到。时隔两年。刀。好了。有中档，有中档，再看一下。有，刚刚打了一刀。这是他自己结束的，是怎样？啊！我被打断了，等一下。嗨！哦，这范围伤害射地上也有用。哎、欸，打哪里呀、啊？神经病！很难呢、欸，哇，这个东西很难呢、欸。你一个莫名其妙就开始翻车。刚刚不是翻了一次吗？你可以打我吗？不是现在，哎呦，哎，好难啊！生气，老板，对啊，你在测试，因为今天没有什么。哦，好难，等一下哦，他那个长按判定，等一下我按不到啦，我被。
好难啊！哦，找小宝试试，那他一直跑来跑去。那、啊、我们找小宝试试。一击守卫，让他瞄准你。哦，对不起哦，燕兰，你可能会死掉。应该不会吧？他带生命杀，应该不会吧？哪里？小宝这边，让他转圈圈不就好了？然后我冲进去啊！转圈圈要怎么用啊？我只会就不知道了。来，几枪了？打到半残就会开始转。是啊。直接五捞捞大了。在打我。好、哦、是不应该射到眼睛。三万九，通。哎、欸，不是这样的，哎、欸，这样也行啊。稍等我一下。他好像是打到第二、第三颗就没了。对，就没了。对。飞弹是吧，雷神？你开个大，看你会不会被打，被那个。要不然我不知道怎么对比。哇哈哈哈哈哇完全没事好来了第三次哦免得聊起来说你把我的老婆给害死了他好他有一个长按有一个好处是你长按然后你被打断他是自动就是判定你就是技能结束他会爆那个什么啊对爆那个对他不像早用那样你被打断你最后没有踢到人的话他就不会铲球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地方就是就算你是被人家打断你一还没有放完可是他会自动判定你结束然后会给你铲球只要但是重点是你要一定要撞到人啊至少撞到一个人我是雷神，雷神整个 Dominator 那样咚咚咚咚咚，完全不会动。哎、欸，雷神这是什么啊？雷神，所以他们才讲扛打弹分为雷神扛打弹跟星海扛打弹，所以夜兰算是星海扛打弹的多一点点吧。对，还是会被打分。还是还行啊，还行啊，就是你可能可以被打个一两次，还行。歪情了，米讲歪情，几冲啊，几冲，小草出的话应该还好啦。还有什么要看的？我看一下。呸！拿那个，拿那个，拿去配那个干上的。对啊，落水配干鱼。落水配干鱼。超刀爆伤。你的干鱼是带阿莫斯不是吗？对啊对啊。你干鱼在哪？干鱼在前面。干鱼在。有啦，跟干鱼那个太像了。我们先看一下阿莫斯啊，你阿莫斯金二，对阿莫斯金二就不用管他的攻击力加成多少，来吧，嘟嘟嘟 ，Brian 啊，安，我配个中医好了，我们看看甘雨拿弱水，可是我觉得阿莫斯跟弱水长好像。是我眼馋吗？不觉得很像吗？白色、蓝色的都是。加满差。一五一二九，一五跟二九，一。为什么你不暴击啊？第二段都不暴击，你要死了。三万一五跟二九三万这样吧。一五跟三万。嗯。行，可是你的手手要很好。对。为什么要叠字字啊？因为很可爱呐、啊，手手。再一个好办法，直接把公子的很像哎、欸，直接把中午的公子的专武扒下来，这样我的暴击率就够用了。哎、欸、好漂亮哦，哇，这才是专武吧？一五跟多少？二九三零这样吧。等一下啊，我先，我哪里还有这边吧？怪怪的，什么东西怪怪的？哪里怪怪的？还有好多小宝能测试，重点是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直接挑战 F 四，
哇，看他他的攻击力低好多啊！哇哈！低到1700啊！可是大家知道，攻击力没有攻击力，光有爆伤也没啥用。哎、欸，我去错地方了，反边。对，八十二发，你猜想就是整啊，但是太扯了。那感觉打龙打还可以啊，打龙打比父母，如果是月藤龙要高了20台。对啊，如果只是月藤龙肝的话，有班尼特也没什么问题啊。确实，对，有班尼特，然后有双火的话，它会发亮哎、欸，为什么它刚刚会发亮？有怪的时候，你靠近端怪的时候会发亮的那个。哦，就是我们上次讨论的那个。白发蓝光的那个弓很美耶，对，蛮漂亮的。满面发顺。呜！直接来走。哇，这差太多了吧？等一下，我刚才是有中底的盾吗？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因为攻击力掉下来了。嗯，还是阿莫斯 YYDS。对，还是阿莫斯比较好。嗯，还是阿莫斯比较。我已经套了中里的盾，都没有阿莫斯啊。可是阿莫斯金二，大家知道一点。可是阿莫斯金二，我们再测一下好了。刚刚是28，不是。这夜蓝好像拿周末也可以，然后如果有双火怪，有他有中。龙肝给龙肝也可以。我听到了初见哥的声音。在刮台。弱水甘雨吃满讨龙中是有攻和攻击头有戏吗？攻击头，攻击头甘雨，攻击头甘雨应该。他有四个，他没有攻击头，没有一个伤。怎么打了个三万？哎、欸，怎么会有三万？哦，这是个哦。哎呀，阿莫斯赢了啊！大家不用看了，不用看了，阿莫斯赢了。阿莫斯应该是比较攻击头吗？你有攻击头吗？攻击头没有哦，还没升。你没有攻击头，可能等他有攻击头我们再看吧。攻击头感觉有料，你这样子讲感觉有料。攻击头，对，爆上对，然后就用攻击头撑起来，这就是误切灵华的道理。嗯、有料有料，我打龙化吧。我想试试看配班尼特，大概就知道了吧。到底是班尼特在冻结队，感觉有料，感觉有料吧？不知道。因为落水的那个特效是要靠近怪才有效。对，远距离。我看一下他的距离要多远好了。狙击型的干预就。我看一下他要多远，我们去看一下就到了。对，武器白纸太低，攻击词条效率，哎、欸，对吼，也对，有道理，挺有道理的，大家讲的都，就对，呀，哪里有怪啊？我不知道哪里有怪，去找 boss 吧 ，boss 应该算是一只怪吧。算，他有怪就是绝顶，算是。我们看他要多远吧。我是听这个 BGM， 好像在听那个柯南的那个 BGM 一样，是什么弱水是吧？对啊，翻到是柯南的那个 BGM， 很像，像 Jazz 音乐，哪个距离？这里都没有吗？再近一点，再近一点，要很近哦。很近哎、欸，像这个范围哎，它这个圈圈。这个范围刚好，他刚刚那个圈圈的范围，哎，我在讲话，哎，很近啊，要很近，所以那个，哎，我是这样子玩的这个游戏，你让我冷静一点，要很近，要这么近，这样啊，别，近战的弓箭手才有，对，近战的弓箭手。公子好像是可以，公子他的那个，除非你对群的话，就到处都会有怪嘛，啊、这样应该就比较、哦、比较有利一点点。
我看一下，深渊里面，在深渊里面是有料了，在大世界反而还好。名侦探哈士郎，道上艺术太多了。我们刚刚干嘛的？班尼特说。班尼其实我们可以找，可以找 BOSS。都白痴，为什么要找野怪呢？你可以装火加班尼特。装火加班尼特就是融化嘛。我真哇，我历历在目啊！刚刚那个雷神直接吃满那个小宝的炸弹，Holy shit！ 我直接就 Holy shit！ 啊，等一下，啊，我不打龙哈，就这样吧，直接看那个就好。落水。这一件融化六万，这一件没有融化五二六三零五二啊，三零五二，碰一下能救我，三零五二，他宕机了，三零五二，好，先溜。三零五二咽下弓比较多小宝，不太懂咽下弓的路线。三零五二，你可以去那个，先是双火，双火。三对，这下的话就两千了。三零五二，北尼波根达，什么东西？那个迷神岛左上角有一只大宝啊，在那个黄什么？这个吗？好远哦，好远哦。在那个，我知道，在那个地方、啊、这里啊，我知道啊，它好远啊，它飞过去。嗨，三零五二，这一件融化，哇，十万。三零五，哎，还是阿莫斯好，五三五二跟五三，还是阿莫斯高一丢丢，阿莫斯高一丢丢，不可撼动的钟，阿莫斯高了一千多吧，可是他是金二哦，我们不知道金一是长什么样子哦，金一应该不相上下了，我觉得，对，这是金二阿莫斯才高了一千多。刚才是多少啊？那个落水打完话，好像没有暴击。真的是一丢丢。我们看第二段的话是一丢丢的，因为第一段都不暴击，我能怎么样？我能怎么样？他不让我暴击，脸拍。刚刚那个阳寿用完了，来不及去。阳寿暴击。阳寿暴击。阿莫斯是金二，感觉如果金一的话会不想上下。如果被双火的话，嗯，果然爆伤跟攻击都很重要。弱水 88.2 爆伤加 20%， 阿莫斯 49.6 攻击重击12加 0.1 秒提升8至多5次，阳寿都给我对吧、啊、连阳寿都给你了。深渊的副本也有大宝，可是那个在楼下，那个要先打了上面再打楼下，每次都要这样撤吗？会死掉、欸、会死掉。还有什么要撤的？我还有什么要撤的？我看看，我想想，配感电可力，什么可力？我怎么听到可力啊？我想看一下祭礼，祭礼，祭礼。哦，对，祭礼，夜兰，祭礼，祭礼夜兰。我有一个夜兰一个小问题，他有一个他的那个，哎，蛮适合的。嗯，他那个破局石有一个特性是脱离战斗五秒之后会有破局石的效果。那嗯，夜兰他是长期算吗？还是说一定要完全脱离战斗？你一不知道啊、欸，反正那个我觉得他那个不重要吧，因为他那个一你一撞到几个人，他会有那个几率给你，对，很快、欸，对。哦，你说破局是下场多下场算不算？你说换人算不算？对，换人换成。你看一下、啊，还是一定要完全脱离战斗。
我们去看看，我们就懂了。夜兰，夜兰，完全脱离，也就是说全队要一起脱离。就是要么就是离开，要么就是打怪物打。葡萄汁满夜兰的被动伤害提升多少？什么意思叫被动伤害？你说那个固有天赋、啊？我离开一下。哪个？哦，拜拜。那固有天赋这个吃到一半吧。每一秒提高 3.5。至多50，所以是要多久才能50啊？到完的时候，大招完的时候就是50了。50哦，大招完的时候是50了。他大招多久啊？大招是15秒。15秒，然后嘞，胡桃的一是多久啊？我看一下，9秒还是8秒？那也直接，然后持续9秒，冷却16秒，一半吧，是一半而已。还要计时吗？好多，好难哦，夜兰，你好复杂啊，这个女人，不喜欢复杂的女人，单纯一点不好。她已经很单纯了，只是她那个额外增伤是等于是、那我要怎么测那个破什么破事？破砸，骚动机势，先把它射出去是吧？然后再看她那个5秒。所以如果我射出去，身边都有怪的话，我都在现场的话，她都不会回复就对了。今天都不会吧？5、4、3、2、1，好，他都没有回复。5、4、3、2、1，应该过5秒了吧？没有 ，Nope， 没有。所以他是要全队都脱离，他那个说脱离战斗就是把怪打死，然后没有怪的时候的5秒。所以如果你是放后台，我们还算吧。5、4、3、2、1，都没有，没有，哎，别打了，神经病啊你！没有 ，no， 所以要全队都脱离那个什么鬼的。好、哦，有了第几件，感觉第几件也可行哎、欸。有自己剑不用一命了，天板有没有心痛了一点？没有，因为你有专武，不可能拿自己剑。对，确实自己剑白纸高，可是它唯一的好处就是它一就有那个一命的在一，你看5秒有了吧？叮。所以其实自己剑也可行，就是为了一两次的话，只是它充能会。低一丢丢，西风的话就是会给白球，因为毕竟你还是一样会带暴击头嘛。用祭礼直接提，对，用祭礼直接提。对我刚刚不是就拎了一次，就直接对，看哦，大家可以注意看那个一那边那个使用是，他这是金武啦，他那个祭礼剑，不是祭礼剑，祭礼弓。我刚刚是讲祭礼剑是不是？我们的夜蓝色剑来的，对，我们祭礼剑。欸、没触发，没触发，哦耶！直接一命，直接变零命，没有触发就还是零命。有了，那有了，所以要看你的运气吧。然后祭礼剑，什么祭礼弓是？对，就是它造成伤害的那一瞬间，它一定要造成伤害啊。16秒，所以你16秒过后，16秒才能成为一次一命一览这样。对，这女人，这女人有点复杂。16秒，对，16秒才能重置一次。那 有了，又有了。如果还没有算那个破盾能，破盾的时候，我好像使徒啊，你要破使徒。哎，对，破使徒盾的话，它因为不会造成伤害，就不会刷新记录。所以我还是建议有能力可以抽一命，真的。你这样讲，其实西风也是啊，西风也是你没有暴击，他没有那个没有暴击的话，也不会惨那个白球啊。啊，没错没错。嗯，尤其是就是破盾那一边的话，就跟行凶拿祭礼剑一样嘛，你要刷一的时候，最好就是找有那个有可以造成伤害，你连打免疫都是没办法刷新的。
是的，我们去看一下他感电怎么样吧。坚定前一命了才专武，一命盖专武。你看，我们听牌讲的，不是西西讲的，大家要认清这一点。我什么都没有讲，因为我不了解这个女人。你要玩好夜兰的话呢，真的就是一命讲的。我不了解这个女人呐、啊，我们看一下感电好了，感电应该蛮不错的吧。我们用那个全雷的，感觉满命应该蛮不错，不，那个感电应该蛮不错的。感电很 OK， 因为它伤害很，伤害很。你要对的时间走才能吃满，应该也不会有对的时间，除非是那种双 C 吧，就像你胡桃接萧公，胡桃接萧公，就他们两个都可以，都可以吃到。对，萧公一是多久啊？忘记了，也是九秒跟，对啊，就你消攻两个九秒是十八秒嘛，然后夜兰达到几秒？十五，就有一个人会吃满，对，一个人会吃满，一个人吃一半这样，也没有说吃满，就是至少你在打的期间不会漏掉，对。嗯，我觉得他感电应该蛮不错的。你看他那个大招好了，这是对群啊，好啊你呢？找不到人了。拍大招才能吃到吗？为什么？他大招动画太长了。大招开了之后，那个可以触发那个大招的那个连线。连线。大招一开了，然后你在一撞到人的时候，你再弄爆他，还是把那个。啊，不对啊，这是带气里的，他冲的比较快的。什么意思？我看一下啊、哦，我看看你在攻虾米。做这个。他的那个这个啊、哦，协同攻击一次。他的第二招，第二他的一技能可以直接触发。就是他大招也会 pew 一次这样。对。你说还好吧？所以如果你是说要大招再开一的话。那其实胡桃就可以吃到后半的啦，因为他还是你开大之后，你还需要一点时间去开一，去缠到人什么鬼的之类的。那其实，对啊，其实胡桃算能吃到后半，已经叠到蛮高的那个吧。其实你这样算，对，吃到后半。欢迎肥来啊，卢丽江。嗯嗯，对啊，忘了换武器。我看看带弱水的话，所以说你的深渊是还没打的吗？你在等今天吗？还是你完全忘记有深渊这个东西的？蛮建议就是给闪电队加到一个风，因为那个嘛，对，要先开一加那个。看要双水还是双水还是双雷吧，就感觉我是推。双雷啊，我是推双雷。如果你要感电的话，双雷那个上雷的频率会比较稳定一点。双雷一水一风。对，一水一风，没错。然后等未来的塔，未来的话变成雷塔水风。
来光一个福士かな直立流直ご安心を。还有那个捆绑的那个声音，哎呀 ，Oh my god！Oh my god！ 还有那个捆绑的声音，哇！我不知道我在干嘛了，现在。反正我觉得感电也蛮不错的，确实，如果多一个风，你就能触发那个天赋。我个人是建议双雷啦，双雷加夜蓝，再加一个风，随便你，砂糖、温迪还是弯野都行。集蛇没打，然后就忘记有带了，对，没办法，太忙了嘛，没关系的。还有什么要试的？永动吗？永动，永动，永动的话就比较配灵，配灵华吧。华对，比较配灵华，他没有灵华。可是其实永动来讲，我比较推大范围的挂水。你拿来配是三水，三水一封吧。就是那个。啊，我知道了，你要永动是吧？三水一封，你说纯水对啊？纯水。放你的灵人啊！纯水放个灵人啊！但是我灵人的那个头还没有换回去哦。谁的头？不知道有没有头。灵人他说你没有头，你被爆头了。没有换到。灵人，你看他怎么对你的？你拔那个。那个吗？中立的。来心。拔中立的头。拔中立的头，哇，有点奇怪，拔中立的头放在那个灵人头上面。中立在哪里呀、啊？谁可以帮我找一下中立在哪？对对。好奇怪啊、哦！把中立的头发凌伦身上，变小宝你出来了，终于有莫纳了。还好夜蓝，好像蛮多人都抽夜蓝出莫纳的。我们这边好像好几个抽夜蓝然后出莫纳的。也是赚啊，有夜蓝。嗯，对，其实有人莫纳就夜蓝就怎么好像被刺了一刀？我看一下哦。风夜蓝再加一个水，对啊，星球，星海啊，星球也可以，夜蓝的星海也可以。你要哪？我换星球，我觉得星球，因为他要战场，这个男人要战场。你说夜蓝要 Q 啊？好复杂，等一下啊，挺复杂的。其实你可以玩永动，那个灵人夜蓝甘雨带中末。再个万一、啊、就是无奈对。但是有动的频率来算的话，应该不会太多。对啊，好水好水。然后这个充能绝对回端。对啊。哦，万叶，你其实还要复刻啊，万叶。啊，完了。我没看到伤害一直在跳，我没看到，我啥也没看到。三万，一万九千这样跳。等一下，行秋是多少？三千，那是行秋吧？啊，对，三千。手机还在维修，玩不了，试试看用电脑呢。话说名字要改吧。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名字要改？来就不谢谢，谢谢提醒，完全不知道，谢谢提醒，谢谢导游提醒。竟然可以破坏提米的鸟，可以吗？哦，直接转过去，我们等下可以试试看。发现手好忙，手好忙。纯水对灵人星，我不建议放星海，因为星海跟灵人你要同时战场。
就是你心寒又要战场，然后你灵人又要战场，而且你夜兰他也会吃你一点点战场的时间，所以就会各种卡手啊。这是来补血而已。对，感觉没有星海的位置哦，应该会更推行修嘞，我觉得，要不然就莫娜，对，莫娜真伤之类的也行啊，我觉得应该不会推星海，哇，我会卡会卡，还有什么？我刚才说要是那个鸣人的永动是吧？对啊，鸣人。那你甘云借我一下那个风墨。我觉得甘女是乐团号的，来就不乐团他也行，周末比较重要。没星海补血用，对，星海就是补血用啊，就看你心脏够不够大，能不能就靠行秋一个人帮你奶起来，这样就是这样。凌忍万叶，甘女，这样吧。扩水啊，像护兵扩水吧，在这边的话应该是要，因为是水打输出嘛，是吧？如果也是兵队的话，就要扩兵，比较好。看你是玩反过来的涌动还是怎么样。然后好的一点是。好的一点是，你有巨怪的话，你有巨怪的话，你把怪踢到你面前，夜兰就不用藏衣了，就你夜兰就往前冲一下，这样就好了。这个时候。哦，那要捡到火了吗？呜呜呜呜！我没有够快，我是很怕扣到火，结果都没有，好快哦，多少秒啊？哦，还不到一分钟哎，不到一分钟就没了。这次深渊山水也能打穿上层，对，确实，你带个巨怪山水，对，只要有上半有水，下半有冰就可以了。你来配文帝吧。换成文帝，换文帝吗？对对对，会更加爽。我刚刚拿谁的中木啊？那个忘记了，文帝的吧，好像拿到，哎没有哎、欸，没有那个安博的。破局再扩散，来我看一下哦。起手先一个破局，才零人 Q， 这样零人 Q， 哎，破局有什么 buff？ 破局有 buff。哦，你是说，哦，我了解了，我懂你的意思了，就是给万叶，也是给灵人吃那个万叶的水增伤吗？增伤哦，哇！灵人的大招是好，好，我们试试看，好，我们试试看，这样吧，这样吧，是吧？应该对吧？对对对。没深鹤，纯兵打不出伤，他要带个万叶，就算没有叶兰。你说下半吗？下半你要走纯兵的话，因为走灵华，灵华比较吃永动，因为他如果大招没打满的话，就蛮亏的。啊，按错了，先破局再扩散。手手啊，动起来，手手！鸣人的一是多久啊？你等一下，CD 啊。如果你记得，我也很可怕，我觉得。太多小事了。对啊。我刚按到什么？啊，扩到火了是吧？哎、欸，没有哎、欸，
破到冰，要死啦！哎，我怎么会补到命啊？哦，哎，你拿黑剑，吓到我！我说为什么我的灵人有一个天赋是补命的吗？啊，怪嘞！没了，不见了，我的怪全部都不见了。是啊，是啊，接近一分钟就可以了。差不多了，手残了一下。六秒持续十二 CD。六秒。那其实我夜蓝破局之后 ，Q 一再开万叶其实不行，因为 Q 这样吃不到万叶哦。我觉得有点麻烦。啊！手残。啊！要扩到那个哦，扩到火了，直接打蒸发了变。好。啊！可怕、啊！你们等一下啦！好可怕！好可怕啦！好像开始有点卡了。他是有点卡了，哦，掉下去了，掉帧了，丢了3700帧，1.2%，卡起来。哇哇哇！这样子的，啊哇！其实应该是我手残的问题吧，我觉得是我手残的问题。好，反正我们只要可行就好了。啊，还有什么吗？四点了耶，我们可以去过那个主线了耶。还有什么吗？蒸发、永动、感电也试过的，应该是没了吧。纯水也试过了，加温迪了，哦，加温迪哦，对，就是把万年换成温迪就没有那个增不增伤的问题，顺序先说顺序的问题，绑就完事了，哦，头痛，也是可以先破局，因为他毕竟要不然那破局就没有用到的感觉，破叫破局吗？那个制度？天火人安安呐、啊，又掉下去啦！丢针，丢起来，把自己也丢掉，好耶！举是他手环发亮的那一段。等一下，他那手环没有。新国家哦，还有国家队是吧？好，我们来去看一下国家队。那故事要很久吗？应该不会吧。要看久一点，好，那可能我也可以明天再过，无所谓。开哪里呀、啊？这个大招，哎、哦、呦喂！
逃げようなんて思わないでよね。痛がっちゃう。哦，不是，不是抽到快死了吗？哦，拜拜！最近吃太饱，有点消化不良。为什么要吃这么饱？可能滑水的关系，滑水。好，不要等。不对，为什么我零人的那个一还没，那个 Q 还没好？哦，我累了，累了。好，我永远记得那个侧八重的那个，哦，有够恶心的。别呀、啊，别呀、啊，别大哥，别打我啊！水嘛，水的话其实不缺，不嫌多，好吧？这是你有没事了？哦，破到冰。加万叶就快一些，因为加伤了，就是比较说是玩爽。国家队，好，我们试试看把星球丢掉，换成那个对，换成叶兰。确实，其实一名叶兰，你可以 EQ 一。啊，对对对。对，你可以 EQ 一。一命夜郎，哒哒哒哒，哒哒哒。哎，那个主线剧情是今天就可以结束吗？不是，我说就是他还要等几天开这样吗？对，还要等几天开。哦，今天就是第一章这样。对，他后天都还会结束。今天接着结束。然后这些蓝的大招好像是可以收到把你个人那个东西加成，收到一点点，不完全收到好多。哎，你说他那个闪？他是对大招的机器人就是。因为他好像是连端经济在里面。好像真的有吃到一点，你看他变一万。好像不能在他一的时候换人呢，我发现。好像是持续时间内，我好像换不到人。No。不行，在一的时候不可以换人。我换不到人，所以你一定要按结束了，你才能换人。Oh my god， 没办法，是吗？我看看，对，没办法，我换不到人，现在不能切换角色，你一定要按了结束，有点卡，这个就有一点卡。如果你喜欢快一点的话，再不然你就是不要长按啊，你是看好你前面有敌人，你就直接穿过去的这样。对，你直接穿过去的这样。他没办法，如果你要很快就一直加加加加加换人的话，就没办法。如果你长一点，对，你就要看好前面一定有一个敌人，你就短一就好了，不要长一。如果你不小心按到长一，你可能不小心按啊太紧张，然后不小心按到长一的话就，挺尴尬的。所以你就哎，我不是按短一吗？你就这样。是雷神会
さばきのイカズチ。あお。天气过任务，好，艾米酱，拜拜。而这个伤害确实比行秋的那个伤害高很多。依然不好的地方是你有抗打断跟减伤。对啊，我抗打断是星海抗打断再加一点点。我们看一下星海抗打断怎么样好了，我有点忘记了。我们去给一个东西射泡泡。还有哪里有小宝啊？无限的在说依然的好坏。哇，对啊。忘记了八场，忘记了一斗，自己的夜兰，心里面只有夜兰。还有啊，还有啊，我已经看透了。一点是一记守卫。好，这边有一只。来，我们看一下星海扛打断。这个不需要雷神也行，对，可是你可以配个砂糖，可能就也是行的。可是你这样的话，夜兰充能，你要记得夜兰的充能。对啊，对啊。夜兰的充能。这个夜兰是专武，然后你要看它的充能是长什么。你压屁哟、哦！哪里啦？角色。对，它充能其实没有很高，可是刚刚雷神的话就能无缝，可是它一命啦，它一命它可以一两次。我刚刚其实也没有什么在一两次的。因为多人啊，因为多怪。对，多怪。对，还要大家知道刚刚是打群怪。如果是打单打的话，基本上有专武之下有人。来，星海扛打断。不会呢。一颗都没有挡住，一颗都没有挡住，啥东西？他一颗都没有挡住，至少夜兰打了三颗，三到两颗。再一次，他一颗都没有挡住哦，大家记得哦。哎、欸，你不射我吗？哎、欸，他一颗也没挡住，等一下。什么情况？等一下，反正刚不是挡个两三颗的吗？好久不见，符合安安，啥情况？所以基本上他跟星海航打的差不多 level。你还没有按到，还没有按到长按，还没按到长按，他那个有哦，我忘记了，他是对不起大家，我错了，他不是大招，对不起大家，我下跪。好啊，可以给那个雷神跟星海弄乱，因为雷神跟星海都是开大招嘛。啊，对不起大家，我错了，我赔罪，我再去试一试。啊，会被骂死啊！哎、欸，你干嘛叫没有好好的事？你不了解夜兰。醒来了？啊，不醒了吗？醒了吗？对了，秦的一命是做什么的啊？秦的一命是加攻速跟移动速度吧？原来是二命，一命啊，一命是 C 怪。C 怪的能力变强。哎哎哎！哈哈哈！哎，等一下！哈哈哈！哈哈哈！啊！笑死我！什么鬼东西？再一次，再一次！那我还是抽一次玩一下好了。那我要怎么样？我刚刚按到吗？再一次。因为你没有按到长按，你刚才是点按了。我刚刚按住了，不要再追我了，神经病。对，长按过去啊，这个这效就解了。哦，两粒，所以是第三粒的时候会死掉，就对了。对。我们再试一次好了，反正他一命，一命可以。一命一蓝真的是很爽啊！来呀、啊、来呀、啊，射泡泡，射泡泡，你闪。太习惯了，不是、啊？好像第三例吧，第三例吧，嗯，星海是一例都不行，星海哈比星海康打断好一丢丢，星海就哭了。我可以看一下夜兰是不可以啊？哦，我们还要打深渊呢。那我们今天可能不过剧情嘞，对不起了大家，我错了。这样不会跑偏了吧？应该往前跑，往前或往后跑，刚刚结果往侧跑。哎呦，太搞笑了！水上是46.6嘛，因为是大概水上杯。
视觉员，视觉员。哇，那个杀戮最好是拿穷人哦，有装。对，中人。跟我是拿生命值的哦。除非对群啊，对，如果是灵命、灵命、灵命的话。用半天冲都冲不满的。好，可以打。然后天赋是三皇冠的，很狂，直接第一天就三皇冠。他长草了，大家，他长草了，他等了这么久的 2.7， 等了这么久的夜兰，今天就长草了。好的，应该没有什么要看的了吧？还有什么要看的吗？应该没了吧？纯水感电蒸发有了吗？蒸发配胡桃，配胡桃。没有到很稳啊，其实你要配胡桃，最好就是行秋跟夜兰一起上。行秋跟夜兰上就一定百分百可以蒸发，每一次一定都是对。那行秋身上有愚人剑啊，所以对上水平。对对 对, 对，你要那个的话，好，感谢 KingFi 我们的大佬。努力上你的号了，那我们明天再顾故事好了，只能这样子。想看一下腋下的部分，那个要开大招，你可以那个，你看到吗？刚刚我直播旁边不是有那个吗？你那个眼睛贴住那个屏幕，你就看到了。你眼睛那个脸贴在那个屏幕，这样上下磨蹭就好了。我不知道怎么讲，笑死我。好，那我们的弟弟。哦，现在是初见的号，初见的号抽到夜兰。啊，不是应该第一个抽的吗？有他延期。因为那个开门的时间是十一点嘛，啊来不及。有消风双水火箭炮的吗？金法没有消风，看有人没要借我号吧，或者是看之后代打那边。二水二绝缘其实也行啊，不过四绝缘也行啊。12×3，一分钟打完了。用星球的话，就一分钟打完了。啦哩啦哩啦哩，二水二绝缘也行啊，也行啊。也是可以啊，二减二也是可以，只是你面板比较容易抽一点。啊，这什么鬼啊？只是前期怎样都好，夜兰冲人怎样都要。一定要到200，因为直播到几点啊？看我这个代打之后是几点吧。等一下，大家，等一下下，等一下下哦。那个又掉帧了，什么东西？历史记录啊，历史记录。到现在还没更新，已经过了两个小时了。是两个小时更新是吗？只要一个小时吧。对啊，但是我都播这么久。是哦，讨厌，我都一直按我的左键。等一下哦，大家等我一下下哦。其实我只是要复制个名字而已，为什么我一直复制不到名字？好，我们又有夜兰可以玩了。刚刚才玩完，直接，如果夜兰有练好，可以直接夜兰上吧。刚刚好练夜兰面板吧。直播到几点？大概5点、5点半吧。7点。我等下还要哦，热水还没打满。我们等一下还哦，一命跟你一样哎。哦，天赋没升那、啊、可能就先不带了吧。没办法，加班加班。我的号有爆伤，不过210魔咒。210魔咒是什么？安娜，欧美安娜。210魔咒是什么鬼啊？是什么魔咒啊？好可怕、啊！有八重，今天本来没有打深渊的，来就八重。等一下，八重是天赋的吗？266没拉满。八重天赋可以拉满，你八重带正式带攻雷暴，攻雷暴，对，攻雷暴。你那个充等要再堆起来。为什么雷神的？你有去钓鱼吗？去钓鱼，钓鱼。就金山。
怎么都这两个都拉一半。对，封印快速看一下下，九零花九七九，这个练到九吧，一。二绝岩、二千岩、水上杯也行，二绝二千也行。反正感觉二绝岩就是最好的啦，有二绝岩，因为你那充能的部分就比较缓充了一点。对啊。这是谁啊？哦。就是像蒋根石头就灵力没有专母，最好是管好你的充能效率先。无条。我们有胡条砂糖，胡条胡条罗莎莉亚美丽人猫猫啊，应该是 OK 的吧？上次有把你打满吗？我看看，不是胡条，不是胡那个，你不对劲，有上次有帮他打满胡条，对吧？胡条，接国家队上了吧？我看看，雷神都拉一半，应该可以吧？上次我怎么打的？啊，香菱没电，哎，上次我怎么打的？打电吗？哦，我上次怎么打的？怀疑人生，哎，我上次怎么打的？那我们就凑新的队伍吧。哎，我上次怎么打的？问他。凑新的队伍，奇怪，胡桃吧，应该会有胡桃吧，胡桃星球，关羽，胡条，关羽，怎么手穿着关羽？他是关吗？关羽是谁呀？关羽，那个 VIP 999，输入 VIP 999获得魔关羽一只，开局魔关羽，怎么打到我？甘雨变关羽，哦，甘雨变关羽，对啊，他之前他在讲甘雨，然后就变关羽，怎么打的？哎，好奇怪哦，我不记得哎。我看我听到过。眨眨眼睛。他没有星海对吧？没有哎。是这样吗？好像是的。怀疑自己。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不知道。不知道。对啊，都我们 OD 发明 VIP 八八八，输入 VIP 八八八。夜阑钟离星海一起进去，三个人就可以冲掉你的那个神像了。怕爆！把夜他的那个神像记得要守好。我有行动的那个夜神像。对呀、啊，我有星海这种不担心。会有人故意去弄吗？把你的神像吸干干。很难讲耶，有我下一次就这样，下一次就这样去一下。哈哈哈！邻居，借我你的神像。没爆，两只都没爆，感觉有一点点的不太行，不太妙。今天是深渊的最后一天啊，大家！对啊，三次斗了，
对呀、啊，明天我们三车都就离开了。哎、欸，63%，你觉得还够吗？感觉不太够。没了，63%，感觉还有怪呢。队友都忘记要今天要打声望。我昨天我上礼拜忘记打声望、欸，好棒。别，大哥别，你在干嘛？夜蓝序列会跟甘雨不一样啊，不一样啊！夜蓝是一个圆圆的范围，噗亮啊！我等下试给你看吧，这里这号有夜蓝。不知道。啊！我觉得不行。等一下，其中一个人有干预的进那个路里的世界啊，去试一试就可以知道。雷神帮你特行修神职，不会讲学的，有点胡条不太行。胡条，我们的胡条不太行。干预拿方天环，那什么鬼啊？那是什么？永动可以放进冰箱冻住了，我不知道哎、欸，感觉如果练度过完是可以随便碾压的吧？哪里有方天画戟？橄榄奶，橄榄奶。方天画戟是那个吕布的武器啊！哦，什么鬼？我说那是什么鬼东西？我也跑出来一个吕布了。你们越来越怪了。他现在明明讲就是青龙偃月刀。見切りました。被夜蘭拿了。全力攻撃だ。十五チョク十五有限なるライフ。リツリーチョクリツリー股間奥義。ここより弱滅の時。可能明天。明天新深渊嘛，然后又要过新剧情，我应该会先过我的新剧情，再自己打个深渊看看，就跟大家一起研究看看新深渊怎么样。好，剩下一只，找出来的，感谢你特地去找。決心となれ！哇，那一只是怎样？你有病吗？我蛮喜欢那个夜蓝的背后啊，那个夜蓝的背后。啊，那个背的那个。你确定你只喜欢夜蓝的背后吗？你确定你不是喜欢他的脚底板啊？脚底板哪里？被踩的部分。我以为是手臂下面那个，手臂下面那个手环、手腕，没毛病。決心となれ！我现在在研究这个夜蓝。他说我研究完了，我累了。干预武器选择真是多样化。对啊，你要走复兴，可以走充能武器；你要走蓄力，可以选别的那种攻击武器这样。夜蓝大家都爱我的嘎仔。
打啦，打一万岁！因为我太累了，刚继续睡觉一个。哪尼？鸡鸡狮子了，你们竟然可以睡觉？不忧不忧。免疫。奇怪，那个活史莱姆就在你后面，你不打，你去打这个雷的。一万六的伤害，打蒸发是吧？敢雨呢？散弹枪？哇！你在玩什么游戏啊？到底？没毛病的，没毛病，没毛病，对，确实没毛病。因为他是闪，哎，没毛病，好，没毛病，确实没毛病。我有点讲不太过去。有病！卡机卡机卡机，今天整天都要被夜兰的那个主题曲洗脑了。哦，他有病，他有病。但是这个月兰的那个体系还是不一样，也都会玩的。那个外国的，啊，歪了。夜店风没有吧？这爵士乐呢？林佳楠，下午好。那个他的那个腋下 pose， 我是，然后就是我那个梗图，就是我是夜店女王，就我敢女是开坦克车出来的，哪里说了嘞？这样我的敢女不是那个流星雨，因为我只开大招。好消息了。啊！他没了，要五了，我要五了，要五了，要五了，全部人都要五了，要五了，要五了。这样都没有画到，我天！下个麦正道给喝水，好，谢谢淘淘爷爷，喝水水。哦，最后一天的声援打起来！哦，完了，我没奶，还被撞了这么多下。唱歌？怎么了？什么东西怎么了？唱歌，唱哦，那首歌的名字叫什么了？是吗？我想说什么东西怎么了？哦耶耶 ，Rock 大赛！
首歌的名字叫怎么了？哦，那个怎么了？你累了那首歌是这首、啊？哦，那很久了哦。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好厉害！做坏掉了。哎、欸，不是这首，我第一个脑中没想到也是这首歌。怎么？我也记得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这首歌。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呸呸呸！哈，不是我最爱的颜色是绿色。什么？哎，这是歌词吗？谁被禁闭啊？不会是可莉？谁被禁闭？谁禁闭？谁禁闭可莉？我禁闭了他，我闭了他。那个什么炸人？你说如果没有爱那又如何？怎么了？你累了？我知道这首歌而已，老了。啊，莫娜是带讨龙。原来莫娜是带讨龙啊！哎呀，为什么这个什么有一个水抗性这么高？我看看，可能他要等我一下，再提醒我一下。6650 A 阿南钓鱼成功。周杰伦表示：“我的票你买了吗？”周杰伦唱的吗？这首歌？对，那首不对，哪首？说好的幸福是那个周杰。OK， 聊完了。莫娜拿讨龙的话，那就要。切莫娜，下一个要切林华，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如果不懂那首歌，然后这样念那歌词出来，其实蛮肉麻的。今天没听过吗？有吧？不知道，可能有听过，只是我不知道歌名而已，或者是我不知道歌词之类的。我只听过怎么了，你累了。我也没听过这首什么，哦，又是周星哲。怎么这么喜欢周星哲？又是周星哲。学长，学长，学长这么喜欢周星哲？对啊，你这么喜欢周星哲吗？是粉丝吗？是周星哲的粉丝吗？扎巴基诺一开始记忆有限，对，有时候是你会听到一些歌，可是你就没有去问过他到底是歌名是什么，然后也没有特地去查，反正就听过了就算了这样子，然后也不会记得他的歌词是什么。啊！差一点，差一点就无了。七七唱的是说好的幸福呢，他不是叫什么了吗？因为他不叫什么了，他叫说好的幸福呢。可是他一直重复啊，怎么了？笑死！有限なる来光。さゆるこ、この剣の若返り。你知道这把剑吗？我知道，祭礼剑。虽然你很常不出发，可是我还记得它是祭礼剑。サバキのイカツキ。别别！说好的双爆呢？说好的过剧情呢？大家，今天说好的过剧情，
个机器的直播标题是写过去群内容是是泰哥一个剧情要讲，我那个吗？改没有啊？剧情明天啊，剧情明天吧。为了那个图形，我等一下还要先开我的号才可以呢。我号的那个体力应该快爆了，我没有去合那个体力，完蛋了。等我一下啊！哪里啊？这里我好像没去合体力，完蛋了，随便啦，就这样吧。怎么了？体力爆掉了！我体力爆掉了。监护人在吗？救我一下！监护人在吗？帮忙！我的体力，救命啊！你也是用两枪不在。监护人，救命啊！我的体力啊！欢呼他，快点！不是欢呼他，呼叫他。有吗？可是那不是很久很久之前的留言了吗？傻逼到哪里？成为傻逼吧！成为傻逼吧！傻逼到哪里？反正这个要蛮凹的。为什么这个没扣到血啊？哎呀！等一下哦，大家等一下啊！我是觉得，我觉得拿物切那伤害也是蛮高的。你为什么这么执着于那个？五血已经过了，哈哈哈哈哈！他一直在误切误切，从不知道几个礼拜前，一直在误切的伤害好像比天不高，怎么误切的伤害比较高？哎呦，当然，当然喽，张五嘛。BGM 伴随着夜兰一起出现，哎，还不错哦。怎么了？翻车了！哦，歪头，飞套。有限なのライテ。不要再打雷神了啦！你们不定神师，不是神师啊。不定不定先师，哦，别怕哦，我真的是，哇，好意志哦，你们两个。加班加班，有限なるライト。呜呜呜呜呜呜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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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一脚踢无了。一脚踢五啦！
记得你的 UID 要出现一个小时吗？他应该是你直播不关他只要你直播原神就好，不一定要 UID 吧。那他这样就不会要求我一定要清楚的你的 UID 了。我的空点点点点点我就想要我想要写信问他，可是我也不知道要写去哪里。客服吗？你为什么没死啊？みんながそばにいてくれれば。律流直雷光糸美しきかな律流。股間奥義雨描きがたし、この剣はわかるか。稲光すなわち永遠なり。みんなは俺が守れ。くらえ。直律流直。管他的，先过了再说。我们等下再来想办法好了。阿美，一个一个的开始。三秒，这三秒够吗？三秒刚好那个小宝走到中间无了。一秒一次，哇！他一看走过来就几秒啊！白舅母，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吧。这边要15秒就够了，18秒，其实我剩下30秒，其实来得及的。如果下面。我们等一下，再站回来。哦，暴击暴伤，你还不看我做掉你？还不看我做掉你？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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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哎，那一只神经病！哎，神经病！这只神经病！神经病！死吧！代替月亮惩罚你！拿那一只神经病！
我知道等一下会不会被秒掉哎、欸，我们才是下秒像没有奶。啊！不行，没有通道能。沙塞湾呐，好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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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见呐、啊！加班加班，还是可惜呀、啊。那个有回复生命的，可是跟那个暴击暴伤在一起。我想说他们去了哪里？铁山还没传过来。Go go go！哎，神经病！你看这个神经病。哎、欸，我卡住了。哎哎哎！哎、欸，这只，哎呦，这是神经病！哎呦！他们都是神经病。哎呦，这个也要发神经啊！崩溃，每一个都在发神经。反正时间排够。我是不愿意开大招啊。嗯。我上一次很凹吗？我好像没什么印象。哎，你就收着 Help me for Gacha， 你要带抽？你要带抽？你要带抽？我们又有生意了吗？大家都不喜欢提前预约，大家都喜欢当场预约的。我明白了。你要带抽？认真 ？Are you serious, bro？ 名将应该不凹，对，我也这样觉得。名将我应该不凹吧？我也这样觉得，名下应该不凹的吧？拜拜！不知道下班应该会暴毙几百次吧。暴毙起来！不是把刘明子收完吗？那个东西是我不太熟。他们开了，他们开了。封个能。没关系，那个东西可以问五哥。修蛋，修蛋，大哥，你有什么问题？怎样的可以打地上那个？谁死了？谁死了？谁死了？要升等吗？刘明啊，要升等。好，那之
再见。競争よ、決心となれ。吸引テスト開始。完了，大家都要死啊！刚刚还好好的，现在大家都要死了，怎么办？记得那个你的那个那里名字的那个情况，你要智商比例可以减，然后那个另外一个的话，那就是他们。啊，我们又要讲回那句话，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吧。哇，深刻哇！我们一起来冒险，感谢，感觉要无了，感觉要无了，感谢啊，感谢。那个巨神联动四块车啊，现在终于亮了，好开心啊，好好累。大家觉得，大家觉得，我觉得有点不太行。歪的话就是万叶有缘，没歪，没歪就，所以你是看要组个小保底是吧？好啊，也 OK， 只是你要先等我把这些都凹完呢、欸。你要不要等我一下？你要不要先发你那个账密啊？我好像没有吧。那个 DC 不要发这边了，我发 DC。好，发这边。发这边就很恐怖了。然后那些有没有看过号的、啊？记得那些 IP 不是 IP 设备要删的话，赶快要删的话就删一删吧。反正最多也就是那个啊。等一下，等一下，不是这样。直接对 DC 发我，塞塞发我，我们这个回个生命值吧，大家。终于打满星了，打满星了。哦，用夜蓝是吧？我想说，瞬间更新的嘛。我说我不是还在打着救生圈，吓死！我还瞬间更新了，未来人怕爆。好可怕啊！变鬼很好打，怕！用闪水攻，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很夜蓝，夜蓝跟萧公啊，萧公是谁啊？没有，夜蓝跟萧。哇！夜蓝跟萧抛哪一只啊？我看留言看到我死掉了。夜蓝跟萧，请问你是萧的真爱粉吗？不是的话就请抽夜蓝。萧一律只推荐真爱粉抽。左转夜蓝，右转萧。对，真爱粉。对，我是萧楚，我没有要贬低萧，我是萧楚，萧宝是我老公。可是我能告诉你，我很理智的告诉你，不是萧的真爱粉，不要抽萧，你只会把他丢到一边，他很可怜。浩主啊、，DC， 你那个上面置顶要不要你看到吗？那边有那个 DC 的那个，你加我好友，然后私讯我，加我好友金夏西 #6603。我有练他的花招，我还有装。要的话，没有，我是觉得萧是很吃。你的武器练度配对什么的，它就是各种吃，你才能发挥到它的功效。是夜蓝不一样，夜蓝就是万金油是吧？它水系嘛，很多很多队都需要水系啊，感电蒸发什么的。然后我又无了，就是复吸跟主吸，你当然是选脱手复吸啊。
你圈，那流水的吸铁打的辅助，这个应该有听过吧？哇，这么远都打得到我！几个东西就搞死太对啊，我今天好像是抽那个抽签抽到八级的。抽到八级，然后今天就是哎。哇！全力攻击！十攻。然后我的这个 Q 到现在还没满命，还差一命。真的假的？真的啊，真的啊！来看一下，才76，没有看到。好了，可是好像晃的有一点点多时间。我女仆都还没满力。我女仆已经满力了，刚才一直狂出，你懂吗？第一次抽的时候狂出。然后我的夜蓝池还有九条的。夜蓝池来了九条。对，他来九条一只给我，我三命九条。那个刀子。哦。对啊。30秒好像，尴尬，有点不够。对，你最好是有传给我下一次声音。有啊有啊有。有啊有。有啊哦！铁打的 CC， 流水的 CC， 谁刚刚跟我说不够的？给我站出来，受罚！对不起，对不起，我踩我，踩我，谢谢。哈哈，奶咪，哈，奶咪，害怕，害怕。刚刚说时间不够，我们家还要搞12-1、12-3。是要去 DC 找 Superman 还是 Batman 试训？接下来西打什么 Superman Batman？ 一只已经够难缠了，还两只深渊呢、啊？哎、欸，你没打吗？这期深渊最后一次看到他们两个哎、欸。DC 是 Discord， 直接把那个哦，直接把那个 ID 贴出来，直接把 ID 贴出来，我看一下，我帮你贴。ID 哎、欸，我不是贴了吗？上面预约请信私讯那个，好、哦，算了，你们再贴一次吧。啊，可是他是 YouTube 的观众，那看那个要看你的预约。那个置顶代抽预约请私讯，请私讯就那个金夏西 #66603。为什么找一个风车其实可以找到地图外面去的？我的 hell。风车局找到地图外面，把这个地图标记了。他标记那风车局在地图外面，我怎么去啊？牛皮！我找一个风车局。我们这边拼一下好了。我大概知道你在讲哪，我对那个有印象。有秀妖秀仔，妖秀，我不要，不要玩了啦。为什么不要玩了？你只有 DC 可以私讯我，要不然你要直接贴这边了。你要一定要私讯啊，没办法，你要 line 吗？还是你要 line？ 高音型代打主播，对啊，声控。幻想星月月安安，感觉也是好久不见，感觉也是一段时间没见了。谢谢。你不一定要下载那个啊，它网络版也可以啊。BM 起来。我回来了，欢迎回来。闪电！
立流呪言立流。下播了，苏杰，我还没下播，你怎么可以下播？啊，苏杰从早上播到现在，是该去休息了。他晚上还要那个竞速。对，好好。那个竞速我是用的比较好。对啊，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参加，我知道的。因为梦有跟我讲，他有贴给我。可是你看竞速，第一个想到就是满命满丁。你怎么会可能会想到我们这种平民号呢？对啊，是大佬在家操作嘛。对啊，蓝猫是大佬啊，他那个都是满命不是吗？很多满命的。嗯。我有手手，但我没有号啊。除非要去借啦，但是我也不知道要借谁的。我们这边好像也蛮少，就是都满命满金的那一种。这个要重来的，他那个。跟马云满级的账号，对啊，也只能这样。我们好久没见到 Rocko 大大了。Rocko 哥，对啊 ，Rocko 哥必要、哦。他啪啪，等一下。对啊，这就是满命满金大佬的游戏，我们就当做观众看个乐就好了。对啊，我怕，我怕。我怕我、哦、那我觉得如果我去参加，我应该先闭了自己的麦，观感不好。我按大招，我按大招的，我就啊，我的大招啊，死死的啊，各种奇奇怪怪的。还是不要啊，我们还是不要去破坏人家的那个耳膜好了。开大，开大啊，开大，你说。你要升给谁呀、啊？你想到你是不会歪是吧？七七，我感受到了屈辱，怎么了？有人欺负你吗？谁？打他！打他！用力的打！打到他六亲不认。没有啦，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怎么了？怎么了？谁欺负你？又是奇怪的人欺负你吗？为什么你都遇到一些奇怪的人啊？哦！哦哦哦啊啊啊啊！哇！哇！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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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等一下，等一下，你为什么在最后一秒死掉吗？拜托，留个二十秒也好，你下他，拜托！哇，留个二十二秒吗？极限操作，我一根手指都不能卡在这边。这你怎么？他天赋没有升，他天赋没有升满。小程序什么东西？小程序，我看看哪个小程序？说我身后练度只有低，属于新手级别。哦，你说那个微信那个什么提瓦特小助手那个、哦？那个只能看看就好了啦。Poki 哪一区 ？Net 啊，很多区，眼睛快要被变血轮眼什么东西？你要不要加一下那个群组啊？你问一下里面的人，加一下那个。等一下你这是什么哪一区？你在哪里？Where are you? Where are you? 我帮你在死啊！刚刚。啊。我只是找一个带错很重听的字。有人中哎！哦，可以跟他们讲话。别！有人中可以跟他们讲话。你这怎么发言呢？那
秒啊！拜托，有。剩两秒，我的天，剩两秒啊！压秒，压秒，剩两秒，我的天！刚刚下半场还打，剩下两秒，然后我把你特没了，我们要重打了。没办法，我们只能一个一个来。啊，有了有了，你有加我好友了噻，我看到了。你直接私我，对了，你加对人了，私我就好。小蘑菇哎，好久没看到小蘑菇。啥？你那个头像不是那个 Hololive 的吗？诶，谁 Hololive？ 我看那个鲨鱼，那个 Gura 吗？叫 Gura 吗？哦 ，Gura 的，是吧？是他吧？我不知道，但是应该去原神讨论组发你的土豪。是那个鲨鱼的那个。对，鲨鱼那个 Hololive 的，我们只能从头再一次了，家。如果你认得出来，那就是。有，他还蛮有名的啊，他蛮有名的，快400万了吧？那莎莎，莎莎，订阅数。哦，对啊，古拉。哦，我们要从第一层开始。妈妈，打滴滴，快了快了，我们快解脱了，莎莎快要把你带走了。滴滴喜欢挑战自我了。古拉的 best， 那夏西呢？夏西在哪里啊？我有丽莎，我可以试试看用丽莎。我们这边负责充能充好了就好了。快好了，快好了，露莉快好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哪里？怎么要转盘的吗？啊？我有点混乱。晚上没开播，对，他晚上没开播出现。你要去 DC 蹲他，或者是直接去懒猫，或者是洛洛那边蹲他。洛洛。小猪叫，这是什么大佬中的大佬吗？啊！没遇到。嘻嘻哈哈什么意思啊？嘻嘻哈哈是什么意思？你解释一下。哇哇，嘻嘻哈哈什么意思啊？你可以解释一下吗？嘻嘻哈哈，跟我一起来拜年，什么鬼啊？你在哪里啊？请问？唱嘻哈，嘻嘻有嘻哈，下嘻有嘻哈。原神有嘻哈。原神有嘻哈。胡桃有唱。其中一句新年的年歌词是吗？嘻嘻哈哈，跟我一起来拜年，哪一首啊？啊，就是这样子啊，我的名字、啊、加一个小猪叫。変身直送。輸送の風。シミュレーター。安全距離。運命には逆らえません。地震中。桜吹雪。雪を前。嘻嘻哈哈，然后 Kingfa 还去哈哈哈。
哦，他说哦，如果你要去看的话，前面名字加个小助教，就比较知道你是谁的粉丝这样。哦，我应该不留言吧？我应该晚上应该就是挂着而已。蓝猫在图奇，蓝猫在图奇，洛洛图奇跟 YouTube 都有。哎、欸，神经病！你抽到一把雾切出来了。哦，第一遍。应援应援，嘻嘻哈哈，一起过个快乐年。什么什么歌啊？哎、欸，发神经，这是发神经。我们 AD 也是用声控的。哦，空壳，好久没看到你了。过了两个月。还记得跟 AT 一起找空壳的日子？打掉，打掉。哦，几秒啊？没看到，几分几秒啊？没注意看到。哦，这个还蛮不错，蛮快的，比刚刚快多了。希望不包庇就好了。那个时候看到空壳都不敢。现在依然如此。别动！哎，我带水，我存水队，怎么办？没关系啊，物理破盾。Oh no！ 没有矿石了。精神直送，命ずる。哦、oh, no! 木刀没了，我的火盾怎么办？哇！没了，没了，都没了！啊，都没了。你知道？那你唱完整首歌没？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刚才说我知道吗？来段 beatbox 的，你们要用那个啊，虎口小姐 beatbox。初见应该，初见应该从来都不会想过他的名字会变成初恋的，他应该一生中都没想过。我跟他的人生应该完全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哎，你是什么问题啊？生气啊！那边碰你的火大便，被打那一只吗？这嘻嘻哦。谢谢谢谢 OP 喝水水，你看他是神经病，你们看他是神经病。哦，他来了，他不是神经病，他正常。神经喝点水。等我一下。我打架了吗？我打他，不是打架，我要围殴，不是要围殴。啊！吓死！之前一九的时候也这样讲过，你现在也这样讲。不好意思，就说吓到你啊，安安安安。已经就已经抽完了，然后就现在就是可以玩他，已经玩他知道是一后面在说什么叫玩他，什么叫玩他，好好讲话。
送の風。哇！那个时候一朵有真香，一朵真强，那现在一朵要组声援队不好，好卡队友。这样，这样，这样。因为我就好像琪琪跟喵一样啊。哪有哪有，你不要乱举例，你明明就你的问题，不要扣到我这里来。一朵的头像，然后一定要八重，哇，他来了，赶出地方。啊！别大家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冷静一点。草神啊，草神来了！哇，草神来了！哇，草神真香。他是谁啊？那叶兰是谁？八筒是谁？我不知道，不熟了。完蛋了！我太了解了。哈哈哈哈哈！哇！事不过三打五幺，第三次了。哦，被核爆掉了！为什么你们没有死掉？你们两位为什么没有死掉？真理了，全部人都死掉了！啊！尖叫、西叫，什么鬼啊？什么叫尖叫、西叫？你竟然是听见海豚音！尖叫鸡叫什么叫尖叫声方大王啊没有没有没有，只有下次的尖叫声方大王如果是别人尖叫声就啊耳朵受损马上按停你在发爆有限なるライト。不痛苦，不痛苦，可以的。只要那几个神经病不要神经病就好了。呀呼！四十二抽夜蓝，恭喜！啊！没有开刀，金秋的大招！啊啊啊！好亮啊！十啊！恭喜四十二抽夜兰。嗯。我要抽第50多抽了，我现在45抽了。我要被核爆了！倒了吗？倒了吗？你们都结束了吗？爆爆爆爆爆！我啊！太爽了，翻车！
拜拜！希望你回来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要下播？对呀、啊，希望你回来的时候看到双蛋黄。对呀、啊，反正我不会先进分级，你不用怕。不要帝君，哎、欸，为什么？没有，他要抽夜蓝，所以应该也不用先进先进水啊。灵光，灵光，先进灵光啊。哦，好近哦，那个尾巴你知道？闯进去啊！说我要洗澡 ，get out 这样。家人不都应该是这样子的吗？还是我对家人的概念不太对？在这里下的后。夜天王是我，夜下的夜。夜天帝是我，夜下的夜。对，外夜的夜，夜天帝是我，夜下的夜。哦，好久没来这里啊，好怀念啊，好怀念。他是十二抽出，好哦哦，十二抽出，我怎么感觉我用那个生命值好像也没用啊？婴儿花，婴儿花。欸、神经病，神经病！啊，他发神经了，不要发神经！啊！我没画到。啊！那个神经病，全部神经病了。有一刀。怎么敲钟啊？我的天啊！敲啊，就按啊，按敲钟，他不敲了吗？哎、欸，是啊，是要倒他不是吗？他就按那个力，那个什么？等一下，好闪哦！留名石啊，要留名石。为了挽留人心，真是煞费苦心。我有挽留人心吗？没有啊。嗯？
我开始当机了的，开始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坏掉了。对啊，其实脑子过热了，烧起来了，内心也烧起来了，脑袋烧起来。请灌我冰水，灌进现在脑袋里面。有什么 Ice Bucket Challenge 以前的那个？还有小雕叫，小雕叫。哦，米哈游，米哈游为了挽留人心。有些剑灵，有些剑灵还乱跑哎、欸，我笑爆了，他都是疯了。みんなが十分大局啊，来吧，我要去打空的气球。十八，燃烧西西的小宇宙。西西没有小宇宙，西西只有小笨蛋。你真是笨蛋！幼儿园的车翻了吗？去上班的路翻了，去上班的路翻了，要下班的车翻了，要下班的车翻了。不悠不悠，每次这边就给人家核爆。今天就下班。直接打到，直接打到凌晨十二点了。往好处想，你也是没几个。不会的，一定可以过了这边。全世界都无了，为什么这个世界只剩下沙糖？为什么这个世界只剩下灵华？你吸吸吸吸你的头啦！吸吸吸啊！哎呀，跳太快，整个剧情竟然让你能有能下班的错觉，到他爷爷不休。我有神鹤就没灵华，就没有灵华什么事了，我该怎么办？我该干嘛？我该怎么样？不是我那个神鹤一直被核爆，我放了大招过去，一直被核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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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考虑？啊？怎么会？不行不行。上次有打满了，为什么我没有印象有这么凹的、啊？是我坏掉了吗？歪了，海风歪了，胡包。歪了什么呀？也是这样子吗？没啥印象。现在应该还好了吧？至少好像都蛮快的。啊！其实时间是够的，就是不要死而已。时间是够的，就是不要死而已，就是不要死而已。歌明天唱吗？什么歌啊？忘记了。什么什么乐是吗？我们还要代抽呢。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啊！喜欢的颜色，
对啊，大家也可以趁现在先看剧情啊，要不然明天我就会剧透啊！剧情，是你个头啊！哦，妈妈咪啊！不太行，そうはさせない。そうはさせない。ああ、啊！剧情，然后生理时期，先走啦！谢谢 B 班班，怎么了？这消失了？全血算满命吗？哎呀！我操！他直接跟你说 goodbye。剧情不吧，说想什么剧情，你还在跟我打深渊啊，还在跟我讲。他深渊使徒表示你还没有打过我，还要经过死剧情，想得美。啊，讲什么，我觉得我不要念聊天室了，我害怕。哎，还还有其他的枝嘞，啊，好散啊！会不会我下班期间还在和片片玩玩？谁要和片片玩玩呢？对啊。谁要和片片玩玩？哎呦，我也笑死我了！深渊使徒表示：西西，请好好看着我，不要想剧情了，请好好看着我。对啊，三岁了，今天是最后一天跟我见面了，你要好好的看着我啊，西西。怎么西西还在十二层？使徒不让我下班啊！他说：“西西，请跟我最后一个时刻好好的、永久的。”哎呦喂！等他说：“好好珍惜我们的最后一分一秒。”哎，好快哦！欸，好快哦，应该是深渊在往下一集，我被深渊玩了，好快是很快啦，啊，会不会暴毙就不知道了啊，对，不好说，不好说。哇，安全距離確認。これが運命です。雪を前。
律令に従え。無双の風、シミュレート63。放错地方了，你的一。小时前就看你在这个号，一个小时前没有一两个，一个小时前有啦，不要继续了，有了有了，开赌盘猜能不能六点打？哎、欸，结束了，我们可以带抽了啊，好累啊。祝你好运吧，我要出门了。啊，你要出门了，拜拜！哇，我们金宝出门了。对，我要去送那几个人。拜拜，这么晚才去送。卖粽子哦，卖粽子，不需要陪屁屁花玩，谁要陪他玩呢、啊？拜拜。哎，刚刚是不是有问叶兰一个问题啊？大圣，刚刚是有问叶兰一个问题是吧？拜拜，谢谢。刚刚是有问，是吗？是沙圣问的吗？兔兔强啊，来了，你来了，我就打完了。他是有问，对啊 ，Kiva 居然会出粉。而且我问一个问题吗？我也忘了，夜兰的。你们开盘西西翻这几次吗？为什么不叫我？是有问吗？是有问吗？我记得有问一个问题的，夜兰的问题，我看一下啊。如果我忘记了就算了吧。天降红雨，我的天！好像有问。肖跟夜兰要抽哪一个？我肖跟夜兰要抽哪一个？是吗？好像这个之前好像有在问一个。问就是都抽。啊。夜兰的蓄力跟甘雨的蓄力一样吗？哦，他说范围差不多，范围差不多吗？我们要怎么去测他那个范围？这有、啊，这个没有甘雨，算去离月那个。对啊，这没有甘雨，这边好像没有甘雨。哦，我知道那个好像没有。对，没有甘雨。艾琳的明日任务那个。哦，可以打掉。可以一次就可以全部打光。哎、啊，Lily，我帮你拿奖励好，我怕你忘记拿。今天最后一天，夜兰破局从哪里来的？从手环不是吗？好，好，三三到你的代抽，代抽，愉快的代抽时间。我要看看我今天掉了几针，掉了4555，哦，还好了，比上次那个一万多好一点。嗯，那一天蛮卡的。他 Sam 我看一下哦，拜托的，好。82开头的，来玩了一阵子。好，我们代抽结束就可以准备下播。哎、欸，不对，我还要上我的号。不对。啊哈！你还要再连号一个小时。嗯，不要。那剧情很快乐，两下子就过完了。我不要。三三那个验证码。你可以像我这样子，一直动画组，播剧情的时候就动画组。哈哈，可以简单，你一个每个任务打25分钟就好。不是说一的那个破局，是说正常状态的破局。一的破局，破局不是那个吗？手环发亮，然后蓄力不用时间吗？没用结束战就会突然就可以破局了。他说那个什么离怪结束，什么离我们刚刚有测啊，那个什么战斗模式解除战斗模式，就是你没有、就是、没有那个呀，反正你没有弄到一些怪去打你，就基本上五秒之后就会有了。对啊呀，那个对对对，听声音吧，听声音吧，发生了什么事啊？花生的什么事？哦、好热、哦，我的天，热死我了！哦哦，对，那个啊，那个我也不知道哎。离开战斗五秒钟之后就会触发那个。占天赋的部分。没有，应该是夜兰脱手。你是离开了战争是吧？
你是刚好离开了战争五秒，然后他就破局就会回来啦。从哪里生效？什么意思？就是他哪个天赋？你去看那个这里，这里脱离战斗状态五秒后，就会直接有那个破局。普攻天赋那边，抽夜蓝啊！等一下，这个怎么了？这个体力，帮你合成一个啊！哇！去做那个岳江铺的吧。那金币花，帮你打个金币花吧，金币花不亏。画面啊，画面，他的体力160了，然后那个数值也满了，我去帮他打个那个金币。还是你有什么要打的？还是沙县你有什么要打的？有吗？小队有看到吗？那个破局的。哦，九条没了，不关我的事。九条无了，哦、好卡哦、啊。整个湖带干。整个湖带干。整个湖开了，我又开了。对，整个湖开了。他们把哎带剑。有啊有啊，超多的，之前就蛮多的。之前也有人找我，可是我觉得带剑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对，你要会卡很多那个卡很多。我是会卡，他给我的其实是蛮简单的，我是会，可是就是需要点时间。可是不知道他这次修成多火，没有把那种卡对啦修掉，为什么不掉？为什么我卡卡的？烧了，电脑烧了，烧起来了 ，CPU 烧起来了。我们这个破不了盾啊。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攻上的温迪。啊，有了破了。哎，没有，我以为破了。啊！不可以给那个冰冻到，这边是水。啊，破了！快点啊，我只是要烧消个数值而已啦。卡卡，我有一点点的卡卡。啊，有了，拿了就开溜，拿了就开溜，哦，开溜，我们去抽卡了。我没什么练九条，你是那个考感队吧？没关系。然后我们要回去那个哪里了？名字，好。好忙，鲨鱼，抽夜蓝，抽起来，眼上茶室，我卡的，有卡的吗？没有，我卡，我玩游戏卡。开太久了，烧了。对，然后晚上的璃月港就是最耗效能的，是吗？早上。对，晚上的璃月港很耗效，一堆灯光。忙西，正在填满他们的好感度。对啊，好感度啊。懂事跳针。哎，我这边怎么会有人？哦，晚上有人是吧？走开啦，这是夜蓝的位置啊。你还没调到六点。我知道，我想说等一下再调，先让我换个队伍。来哟，哇卡，沙米娜米娜，沙米娜米娜，第三波拉贝卡，沙米娜米娜，哇卡，你也可以换那个换烟飞，烟飞主角。我开
心哦，我什么时候可以玩、那個？为什么主角？哦，不是夜兰。还有凝光是吧？不客气，不客气。先摆好我的阵型，把门关起来。我刚以为那个 NPC 的名字叫做关羽。谁？关羽？我刚以为那个 NPC 的名字叫观音。观音？观海？太深了。哈！好，来。哎，我不要跟你讲话，走开！先不正式，坐下。好，调时间，我们就准备开抽了。六点，早上六点。果巴留了一根辣椒在那里，把 NPC 隐藏起来，好可怜哦。哦，找到蘑菇了，这是蘑菇吗？好，他走掉了。他讲话了，蘑菇。这是哪门子的抽卡方式？各种各样的玄学。摆个 pose， 我们拍照。是几抽啊？哇！哎，那个嘞，在上面是不是？我记得上面好像有宝，好像有宝箱，哪一家？我应该是很，我应该抽来了。六十，六十刚好六十，下一个七十，抽一个金光而已是吧？七十，赢那一脚怎么了？赌起来，开赌盘，哦，好好开开开，这么爱开，我开我开，等我一下啊、哦，你们等这个等很久了吧？等一下怎么开赌盘？等一下，好久没开赌盘了，哎、欸，豆，啊，有的有的，等我一下哦，会不会中夜兰是吧？等我一下下，哎、欸，他上一次是小歪掉。温迪啊，温迪哦，保底，小保底会不会歪吗？会不会？好，一分钟给大家，我大招都开完了，我的天！哪里？哪里？我怎么没看到？有毒盘吗？舒淇，有吧？有吗？我有收到毒盘吗？有啊有啊，上面，在那个聊天室上面。天地的馈赠，谢谢你啊，叶天。把我的确没有个五十以上包两百以上爆伤的角色，没关系啊，没关系啊，没关系的。如果你不是抢度打，如果没有说要打深渊的话，基本上大世界怪打得死就好了，没有太要求什么东西。来啊，大家赌起来啊！久违的赌牌，下次赌牌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赌起来，赌起来，赌起，赌起来！这是谁的账？这是谁的、啊？谁的账？扎 Sam 的。好，那我预测一下。嗯，他下一个是小保底，然后六十抽了，只要出一金是吧？少先，我跟你确认一下。我那里画不？没预测到，因为我在思考，你来思考就结束是吧？哎、欸，我没看到我赌盘。为什么？为什么你没看到？结束了，哦、我看到了。哦，你看到了，他已经结束了。哭啊！哭啊！啊没关系。好，六十抽哦。写到一半关了，你让我开赌盘，然后你自己没赌到，对不起，你是有什么问题？对，我也赌他，我也赌他会歪。所以你有赌到吗？没有写的话，好像是一百点，是一点吧赌。好，温迪，六十抽，直接走七十，夜兰，是夜兰对吧？我确认一下，他都不理我，七十。哇，不出我的天！单抽啊，单抽。单抽吗？还是得十抽？哇！问一下好了，沙Sam，你要理我吗？沙Sam不理我。下一个就出金了，你要单抽吗？单抽吗？还是十抽？结果人家要抽的是中。结果人家要抽的是消。安娜是香安娜，哎、欸，这个时间点你应该醒来的吧？你应该准备去，哎、欸，今天是礼拜几啊？今天礼拜二，应该准备要上班了是吧？两个都可以，好，那我十抽吧，直接八十周期，夜兰 ，Let's go，Let's get it，Let's get it， 来了，七一，七二，七三，七四，
啊，都是法器，都是啊！啊！下托马什么鬼？好歪！啊！七六七七七八七七九，没了！啊！我一定要骂，又是青姐姐，青姐姐跟一个奇怪的人。他们两个头发一样颜色，他们怪怪的。好了，我预言下一次是抽出金的。没有下一次，他好像只要出一金而已。歪掉呢？嗯，他说就算歪掉的话，就当做给叶天机做那个点。还是哦，是哦，解密的解密的，没事的。预测结果是会会歪掉了。看见他紧紧命，万叶文了，万叶文，刚才一点伤心的心情都没有。看见他紧姐姐，我们要乐，你命吗？我天，你要不要收笑？哎、欸，三命嘞，差一命，差一命，消就起飞了，我天，在外面，等去消那边，去消那边装潢好不好？再天哪，快四命了。这都会行吗？你莫娜也一命了，莫娜一命了，还有常驻的吗？琴跟莫娜而已哦，哦还有七七，万叶稳了，万叶稳了，七七没定做，吐血不？没，那、啊、还有个迪卢克，你没有克勤哎，啊，我不该这样讲了，是不是？啊！四星五星都歪，对啊，四星五星都歪，赚了雪狼的点数，鱼怎么了？输了吗？鱼输了吗？看来这里不是很好啊！哎呀，可恶，这边不好，应该要去献祭一下的。没有吗？应该有没有穿而已吧。对啊，有没有穿而已啊。宁光不喜欢他的头发，他这个头发我很喜欢，他这个头发超喜欢的，他这个有点像欧巴桑，可是这个就很漂亮，这很漂亮。我刚才在那边抽的，威胁他。啊，他拍手哎、欸，烧了你啊，拍！刘明师，你可以去那个 HoloLabs 找。我想抽克勤啊！哦，他想抽克勤啊！可惜刚刚歪的不是克勤。阿勤没有你，我怎么活啊？不活了，不活了，换个号，换个号。我三命克勤要送给你一下。好，那应该没有了是吧？我们那就准备下播了，大家明天就过。啊，我换我的号，还有我的号哈。我不要那个活动了。明天做活动吗？对，明天过剧情。不然你就了不起，今天不要算了，就明天再开始。对啊，其实也行啊，没关系。那我要过那个、啊、每日任务的那个。不要惹我不开心，到底在哪里？哦，看到了，太高了吧？啊，还没有，好，先看自己的号，因为还有那个、啊、我参加那个 Twitch 的那个直播的活动。你听两次小保底之后重收没歪也是有一点难哦，所以你已经连续没歪两次了，了解，怪不得要来消耗我的阳寿，可能刚刚那个雪狼那边阳寿已经消耗完毕了。需要 OD 的加持，为什么成员地区不拔需要 OD 的加持，需要二月。看我刚刚说他歪就会歪。快起来啊！我在哪里啊？啊，我刚刚叫，叫结婚人帮我打一下金币花。啊，我就过来这样每日耗一下数值。怎么不去打？不去打道西的、啊？他就想跑到去那个孟德打。
对啊，西西欧终于欧你啦，雪狼今天就只欧你啊！我的天，今天就只欧你啦，你应该不会再那个了吧？到处说西西欧别人旗帜是假的。我每次说我欧人家，欧人家的底子，然后他每次都说你确定欧人家，然后我就啊瑟瑟发抖，我都不敢讲话了，瑟瑟发抖。你知道很像神经病吗？在这个上面正在那边挥。哇，好好帅，他这样掉下来。好，下一个。老弟帮我拉货啦。他很喜欢玩 GTA， 没人陪他玩的，我卡比不陪他玩。我是玩到快吐了，没想过一个人，没想过一个人玩 GTA 玩的1800多个小时。啊，我在空中会不会掉下去啊？哦，没有。多少小时？不会，走。他怎么办到了1000多个小时？啊，就跟朋友一直玩啊，玩的从。国中哎，快高中高一吧。加班加班，今天加班加班。刚才第二批货被外挂炸了，那你也开外挂炸掉它。开外挂加一个坦克炸就炸掉了。好远哦，我不喜欢这些每日好远。你可以换成蒙德。哎、欸，梦的不是那种新成就吗？其实我从到期一开，我就换到到期了。你有解那个？你有解那个来自、欸、自动火锅流泪？早就解掉了，那好早就解掉了。你也是大家帮我解的。那个我就剩下那个那时候，剩下那个要一分钟里面打完那个的。哦，那个说到做到。嗯。还是那个嘞。那个也啊，那个也结束了，就是因为都结束了我才来到期的。哦，原来是这样。嗯，女仆终于买命了。可是听说好像有加一些新的了吧？有啊，有些后续啊什么的。蒙德有加一个去跟莫娜收房租的。哦，对对对对对，莫娜收房租，是会遇到莫娜吗？不会，还不出来。不要交房租，他不会出来。他说老娘不要交房租。闭嘴啦，长金侍女。是啊，这样怎么会在原神这么重大的日子就这样？原神这么重大的日子。对。今天可是大家元老表示他长草了。如果你早2年认识我。是吗？他好像上次叫你也不跟他玩，什么鬼啊？怎样？我不能二段蓄力。对，这只能一段，可是二段会尴尬。哎！帮你乱打，打掉了啦！我要射的时候，我要射的时候，他把他打掉，他换下一笔啊，就射错了。越帮越忙。那你打那个，我打这边。好、啊，算了，都你打吧。啊，又不打了。哎西，为什么是旅行者？旅行者会缺好感的。他有练旅行者，他就是烟嘴，他跟钟离打共鸣。我想说要打没人，我是要洗好感。主角没有好感啊，主角是我们怎么会跟自己有好感？所以我在好奇为什么他带。没有，他纯粹就是爽吧。啊，他有练，你记得他有练。哦，共鸣流，他好像是走共鸣流的。哎，冯楚哎，他刚刚打的是，这冯楚好像没毛病。直接拿绿剑也行啊。自恋。自己跟自己有好感度是自恋，我喜欢我自己，我跟我自己的好感度 max。Oh my god， 为毛不行啊？爱自己。哇、哦，特效拉满，卡炮。
烧了烧了。好，哦，飞高高。好了，每日做完，耗一下体力。看今天是什么鬼啊？今天是什么？有风雅吗？今天？有今天是风雅哎。Yeah. 我们去打一下风雅好了。刷风雅给九旗人。哎呦，这首歌不错，这首歌。任务过完了，什么任务？剧情吧。没有，一丢都没有过到。这是剧情，算了，不要剧透。不要。下一个 King Fight 就是下一个 King Fight， 你剧透了，你就是下一个 King Fight。然后我看看啊，合成。都在说话。三三九九三三三不对不对，我要干嘛？十二九，大家应该不知道我在算什么，我在算要剩下多少本书。要九本吗？对，要九本。最初要九本。对，九九六六跟四四，我要六六八三减六六是多少？八三减六六除以三，五本，可以合五本。哎，五本。哎，不对，是这里。差一点就合成功。多了两本，六六可以，十六本而已，这个要四十四本，我要到六九九。我现在刷天赋都直接，如果是复吸的话，我都会直接刷。下期不玩自己的号吗？我是不是又没换名字啊？大家，哎呀，放心啊，坏掉了今天。我以为今天会省下阳寿，那你知道今天第一个，星星能看一下主角怎么了？主角啊，错地方，你有放出来吗？你没放出来，你放出来吧，我等下看。他放出来还需要一点时间去那个跑，剧透就变成女儿，哇，四十岁之前都不能结婚的那一种。不要被剧透，就赶快去解，还在那玩 GTA。没有，他说剧透我吧。哦，没有了。他应该是过完了。丽莎，丽莎，巴巴拉，伊克莎。左边那个夜兰真的好香哦。是不是？对不对？可是他这个眼影跟那口红没有那么的严重。他那个 PV 跟他那个哇，那个建模就挺严重的。对啊，剧情里面是有很多看到画的是蛮重的，我觉得九七人的更重。九七人是矮瓜。我要乌啦！丽莎的抗打都跟刚刚那几次一样，还是跟新海一样？不知道，我没试过。啊！好烦啊！为什么？很烦呐、啊，就我很烦。怎么？因为我打秘境很安静吗？太看得起我了。哎，天空这个也是会那个吗？会暴击的吗？十二月安娜，天空之卷。用二命琴，欸、不是二命琴，二命消过了。二命琴。哎、欸，
十二月是我的远方标签。什么？十二月是什么？远方标签。远方表情？没有了，没有了。认真？怀念你叫二月。因为你叫二月，我说嘿，这么巧的吗？因为是月份的部分。下啦，好，落地拜拜，谢谢你。啊，下次要那个再打再告诉我，早点告诉我。不要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可能我都没有开播，因为有时候瞬间最后一天我不一定有开播啊，要看那个时间。水死图有事吗？可以不要带水啊，你还很多都会打死图。好讨厌哦。水死图有事，那你不带水，那你带水。他应该是带灵人去逛街。哦，炸了个四万！芭芭拉救命！芭芭拉救命！啊！芭芭拉！啊！哎、欸，你别走，不够大！哎、欸，刚好三万。机器的 WiFi 不够强了，怎么了？卡档了吗？应该是我电脑开始过热了，超载超起来。怎么了？掉帧了吗？掉了五千哦，刚刚掉了一千帧是吧？掉了5121帧，总共今天掉帧多少？不稳吧？劈他！哦，刚刚这个角度好像不太好。好，我们先那个晚点等那个数值恢复，再直接合成，就不用打多一次。好，我们今天直播就先到这里啦，家。我们要准备下播了，Miku要给我拿一下那个每日奖励，谢谢Miku，感谢Miku。话说回来，话说我来，我画质今天都蛮好的，我画质，你的画质？我画质今天都蛮好，他说他看他可能没有你没有哦，你说你今天没卡顿是吧？本来今天早上还有800,000魔啦，上线后又只剩下100,000魔啦。谢谢，还好我不是拿护魔，要不然应该第一个就把你给敲死了。没有，米库表示凶了，我帮你补命啊！不会，要是想要等上上班要加油哦。看直播的话，最近应该都会维持在1080/60P 了。对，终于西西的直播1080/60P 了。好，我拿一下奖励。Costa C 又没上线。绝缘的话还有什么替代品？绝缘套吗？对，二加二套应该可以吧？二水二千眼，二水二绝缘。他还没开到绝缘。二水二千眼，还没看到绝缘。对，他先抽，他先抽。哦，他还没到到期吗？对对对。哦，那就先随便闪着用嘛。二千也如果没有油拉的话，也不用特地去刷、啊。好的，大家、哦，哎，不对，不是在这边，错边了。错边呢？我们要准备说拜拜啦！今天加班呢、啊，加班加起来，结果今天都没看到剧情，都在看夜兰。我们今天多看消，明天就来看消，没有鼻子的消，这样看没有鼻子，像这种角度比较好看，这个，耶，等一下那个 CPU 可以煎蛋的，应该吧，感觉蛮轻轻的，啊，对吼。啊！为什么要提醒我？他有放吗？我看看，没有。公主1700，黎明神剑。
T19。哦，黎明神剑。黎明神剑28，还有信心吗？28，行啊，28，行啊，行啊。黎明神剑有1700的攻击，算高了啦。然后如果是风主的话，还是带四风套会比较好一点啦。对，风主的话还是带四风套。他攻击很高啊，真的有。对，因为他带黎明有1700，也真的是蛮高的。嗯，不过风主还是推荐带四风套会好一点呢、啊。对，因为风主基本上都是那个辅助嘛，就是减风抗的话。就看他是要走那个战场或怎么样吧。啊，基本上都是带四风套，风系除了萧以外都可以带四风套。他的丽莎，那丽莎萧也可以带啊，打战场辅助了。战场辅助什么鬼？战场辅助，这冲的也太高了吧？2200，哎、欸、不两千吧，264，264，他跟我一样要命。200抽的也太高了吧，我抽的也没那么高哎、欸。因为他是带那个吧，功能杀。不是到5点吗？怎么加班了？现在不是6点了吗？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已经下班一个小时了，对，这是我的丽莎。我的丽莎双雷的话，大招是 OK 的。双雷的话，可能就是跟他剩一物有关系了。我剩一物是随便凑的，然后就凑到2+2这样。因为丽莎突破加精通嘛，然后如果你打感电，精通也是有用的，所以就觉得二月团也是行的。然后记得带充能杀就好了，因为我带充能杀是可以没啥问题的，因为天空嘛，天空加攻击力。好，那大家。我们准备下播啦，明天敬请见啦，希望明天，对，明天，好吧，明天见，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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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我们明天再见啦！淘淘、叶叶，拜拜；鱼鱼，拜拜；雪狼，拜拜；阿木，拜拜。明天再见啦！明天再见啦！努力，拜拜；天鹤人，拜拜；贝贝 ，Uber， 拜拜 ；Uber， 拜拜；大森，拜拜；欧美，拜拜；二师兄，拜拜；辛苦了，十二月，拜拜。小泪拜拜，哈四郎拜拜，大可拜拜，再见，明天见，拜拜。